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9年3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47，3月18日星期三上午9:01至下午1:21，3月19日星期四上午9:02至12:35。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坤哲等14人，列席委员张其禄等40人。列席官员3月16日交通部政务次长黄玉莲等，3月18日及3月19日交通部部长林佳龙等，主席李召集委员坤哲。3月16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交通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国家灾防预测监测及告警办理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另请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内政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列席。本次会议由交通部政务次长黄玉莲等报告后，既有委员李坤哲等16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政务次长黄玉莲等及相关单位分别予以答复，决定依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一项，3月18日邀请交通部就铁道安全改善及相关计划办理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交通部部长林佳龙等报告后，既有委员洪孟凯等21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部长林佳龙等及相关单位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廖婉如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尽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事项，3月19日邀请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就清明年假期间疏运作为暨公众运输重要景点如何加强防疫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交通部部长林佳龙等报告后，既有委员李坤哲等18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陈欧珀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尽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一项，散会宣读完毕。好，因为现场委员人数不足，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由。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109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宣读完毕。好，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陈代理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呢，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会主管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109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提出报告。首先就各位委员平日对政府捐助财团法人各项业务的关心与指导，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感谢。本会对于财团法人之监督管理一向极为重视，并依据民法、财团法人法、各该财团法人捐助章程还有相关法规等办理。以下仅就两财团法人业务概况及109年度预算编列情形提出简要报告。一、首先就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部分提出报告。电信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TTC 呢，它的业务概况包括主要业务有4大面向，也就是担任通讯传播政策智库、通讯传播技术智库，以及提供产业技术服务、提供业者服平台服务等。那109年度的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呢，包括有几下重点：一、电信监理技术及电信产业经济之研究分析；二、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相关认证技术及网络危机处理等相关机制之研究及咨询；三、宽频有线通讯、无线通讯及广播技术之研究；四、电子、光电及电信设备审验认证服务
以及其项目标准及量测方法之研定；五、有关电信技术规范之研究与咨询；六、提供电信技术整合、技术移转及其他技术服务，包括电信技术标准之研究与咨询、推广及其他相关服务；七、与国际间有关电信技术之各项活动计划；八、政府机关委托之其他相关业务。那主要的收入及支出，主要收入包括资通讯产品检测验证收入、专业技术服务收入及政府机关专案计划收入；主要支出包含执行检测验证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及专案计划之人事费及业务会之支出。109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一、收入营运计划表部分呢，预计表部分呢，总收入预计是6亿6848万8000元，较上年度呢增加1亿1725万2000元，约增加了21.27%。主要是配合政府政策及科专计划执行，科专计划收入增加所致。二、总支出6亿2881万6000元，较上一年度呢预算增加约1亿1246万9000元，大约是21.78%。主要是承接前述计划增加相关支出所致。三、以上收支相抵后，本期剩余是3960万2000元。那关于资产负债预计表部分呢？资产有20亿7100多万元，负债呢有8亿9800多万元，净值是11亿7280万3000元。那固定资产投资呢是1亿5800多万元，包括机械及设备、杂项设备。租赁权益改良1亿多万元，还有无形资产、电脑软体等427万5000元。这是以上是就TDC 的部分。接下来是针对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我们简称 TWNIC， 它的主要业务概况报告有包括以下几种。它的主要业务呢，包括一、网域名称注册管理业务；二、网络安全暨中心技术服务业务；三、IP 位置管理业务；四、国际事务业务；五、台湾电脑网络危机处理暨协调中心业务。那年度的工作计划重点包括以下五点：一、IP 位置及 AS 数字之申请与分配及网域名称注册系统 DNS 等相关事宜；二、提供产官学研等各领域各种网际网络间协调整合之服务，包括网络技术标准、注册、资讯、目录、推广、出版与网络相关统计等服务；三、推动及参与国际间网际网络各项活动计划；四、有关网际网络技术规范法规之研究发展；五、强化网安知情、情资通报及处理能量，与国内外治安组织情资交流与共享。主要收入及支出呢？主要的收入为网域名称管理费收入，支出呢为网域名称及 IP 位置管理业务之支出。那109年度呢 ，TWNIC 的预算编列情形呢，在收支营运预计表部分呢，总收入是1亿6204万3000元，较上年度减少了204万6000元，约1.25%，主要是减少政府补助或委办计划收入。总支出1亿4766万7000元呢，较上年度减少了287万8000元，约1.91%，主要是减少承接前述计划相关支出减少所致。以上收支相抵，本期剩余是1437万6000元。那资产负债预计表部分呢，资产是约8亿4950万元，负债是1亿5810多万元，净值是6亿9135万。那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呢，总共有898万5000元，包括采购电脑通讯相关设备及办公设备770万元，及资讯软体及网络建置等费用128万5000元的。结语哈，那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呢，对于我国资安、电信监理技术发展、
研发电信设备规范制定及检测、电信政策研究、网际网络资源治理，累积多年宝贵经验哈，近期更能积极充分发挥其设立的宗旨，呈现具体成效，对本会推动通传政策监理及完善基础设施环境具备实质的效益。那上述呢，财团法人TDC 还有 TWNIC 109年度的预算呢，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与指教，谢谢。那如果还有其他细节的部分，就请委员请主席这边参考我们的书面资料，谢谢。现在确定议事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本日会议只做询答，不进行处理。二、询答时间出席委员6+2分钟，列席委员5分钟。三、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四、委员发言登记于10:30截止。五、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在10:00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六、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财团法人预算委员提案，请于本次会议结束以前提出来。我们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之洪委员孟凯发言。主席好，麻烦请陈代理主委。好，请陈代理主委。委长，陈主委你好。那个，我想还是延续大家目前消费者非常关心的，我们看到说5G 的这个网路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上礼拜我们也看到了 NCC 有跟电信三雄中华、台湾大跟远传这边都已经有面试，并且要加速作业，好让电信业者来加快 5G 的这个网路建设嘛。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想请教目前合理的推估 ，NCC 这边有没有一个合理推估的时程表？什么时候 5G 台湾消费者可以使用到？基本上来讲，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关于那个事业计划书还有自动安全维护计划书的部分来讲啊，上礼拜来讲的话，三家就是中华电信啊、远传跟台科大都提出，而且经过审议哈、那大概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大概我们这个礼拜或下礼拜会排入委员会做那个审议。是，我是说预计大概第三季哈、才会那个第三季。对，好，就是 NCC 是一个主管机关嘛，当然业者他们要加速他们的作业，但是我们这边也加速行政的流程，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赶快用到最快速的这个网络跟国际来接轨嘛。所以那第一、第三季可能开台，那再来啊，因为台湾的基地台选址啊，常常会有这个住户抗议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在所难免啊。所以目前就我们 NCC 掌握的状况是开第三季开台，就全台所有县市都可以有 5G 的网络，还是说有可能六都直辖市蛋黄区比较有机会，那偏乡地区还是要再稍等？基本上来讲的话，依照业者的，因为现在 5G 初期是用 NSA 技术哈，它会跟这个 4G 的基地台这个来讲的话，还有网络这是共用，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当然基地台的密度要比 4G 来的高。那业者来讲的话，他们依照他们的商业策略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先在他们本身来讲会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推广它 5G 的业务。但是为了避免这我们偏乡或其他比较不经济的地区的民众可能因此而没有享受到 5G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加强督促业者去做缩短数位城乡落差的这个工作。是，这个也是在我们 5G 标金未来来讲补助的一个重点。很好，注意力来行的啦哦。另外，咱要跟委员这边关心的什么，就是说除了六都的蛋黄区，因为当然人多，但是在商言商，这个是业者的想法。可是针对我们主管机关，我们应该要要求是业者当然要截长补短。对，在都会区里面可以使用到 5G， 可是在偏乡地方还是要兼顾这个通讯品质。也因此也希望 NCC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督促业者偏乡
中央地方这边都要同步的上线。第三季能够开台的时候，不要让有些人觉得说啊，我这些收财是不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为什么明明都市收得到，我们这边就没有？是，好不好？这是宽频人权的部分，我们会努力。来，那主委再请教，2月22号的时候，你曾经有讲过，让民众用得起5G， 这是很重要。你马共1399是最希望的一个上限。但是您觉得说差不多1300万，我没有讲，你没有讲数字，但是媒体误解了，因为我看到媒体的数字，1300左右是参照当时4G开台的经验，好，所以在1300左右。主委觉得1300算是民众用得起的金额吗？基本上，如果以5G 的相关的服务，相较于4G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用得起的。1300，觉得一天一个月30天，一天40块，对。所以1300块，300多块，差不多是民众用得起。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5G 上路以后，我们4G 跟5G 会是同时并存的。所以说，让业者、让消费者去选择，说他要用。等一下，注意，现在4G 前两年也才有这个499之乱、399之乱呐、啊。现在4G 一个月吃到饱，499、399。啊，跟你现在所讲的1500、1400有落差、啊，没有？所以说就是说，你要有些人的需求，他不一定要5G，他可以继续用4G，可以用499的。那如果像5G的需求，比如说有些人是，比如说如果终端消费者，他有可能是各种的需求，工作上的需求或生活上的需求，他比如说他要追剧，或是要线上教学或什么其他的。那大家可以选择差不多。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一样，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当然会希望享受到合理、稳定、快速的网络之余，也是要兼顾使用者的一个权益。是，所以说 NCC 在这个部分上面，当然这个标金是算是天价了，可是我们还是要落实要求业者要提出合理的资费，甚至有不同的资费给不同的使用者、消费者来去做一个选择。我想这是主管机关需要来努力的方向，我们会努力，好不好？谢谢。好，所以另外在上周哦，本席有看到有委员在院会里面有质询所谓的这个串流平台，对哦，那目前串流平台是都还没有相关的法令可以来做规定，对不对？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专法，没有像 OTT TV 的专法，哎，是，所以苏贞昌院长有特别指示啊，他说其中串流平台来自中国大陆的会入岛入户入新啊。所以说特别要求说我们一定要管制，不能让他来这个侵入台湾啊，不能让他来并吞台湾啊。我想请教诸位，你都看过不管是爱奇艺不管是 Netflix 这些串流平台，你都看过吗？看过，都看过。对，那您知道说在这些串流平台上面都有什么样的节目？主要是戏剧节目为主，都是影视节目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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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没有新闻节目嘛。目前没有看到新闻，都没有新闻类的节目，只有影视节目嘛。那影视节目我在老三台也好啦，或者是说在我们的有线电视台，就是 NCC 现在所主管的，也都有大陆的节目剧现在在播放嘛，是，对不对？没错。所以既然一样的影视节目在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频道，在老三台频道有在播放，一样也在串流平台上播放，串流平台上面也没有增加任何除了影视节目以外的新闻类的节目或是其他的节目。那诸位想请教，不，我先把问题问完嘛，你再一次回答。那我想请教，那这样串流平台怎么样并吞台湾？怎么样入岛入户入新？包委员，这个基本上是涉及跨部会权限的问题了哈。不是，我先请教刚刚的问题，您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中国所制作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事前审查制度，好，然后他们的统战的东西也很多。我想这个是是吗？我不否认这些，我都不否认，我也没有讲说中国大陆不想统战我们，我同意他们会想统战我们，但是我现在只针对串流平台的问题，跟上个礼拜在院会委员质询的问题来做询答嘛。最大的差别点是，目前在电视或是广播上，如果电视上的节目来讲，是事先经过文化部的审查。所以，但是那个如果是这样子了，您刚也跟我，您刚也跟本席讲过，说你有看过爱奇艺跟 Netflix 吗？有。那你也看过爱奇艺嘛？当然。啊，你有被并吞吗？
我当然是没有被并吞，但是有说明化的东西。您看过了没有被并吞？那为什么其他的一般的民众看了就有可能会被并吞？啊，不是，你看票、这个东西是一种长期性的东西，就是文化，而且文化交流本身是平等互惠。嘿，所以那我再请教哦，是 NCC 现在研究的研拟的视听串流服务法跟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草案嘛，对不对？那未来针对这些串流平台，会是通案来做管理境外的部分？还是说会以国别来做区分，有没有会差别待遇？我们原则上来讲是通案的规范，包括境内境外，但是如果涉及到两岸的，这还要经过跟陆委会跟文化部的讨论。不是两岸的部分，那个陆委会他会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的去限制嘛，但是 NCC 的部分，我只请教说视听串流服务法跟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这两个法会不会有针对任何的串流平台，不管是国别或是相关不同而有不同的对待，只有一个法而已，叫做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那会不会有差别待遇？这个基本上来讲会有特别管理，因为它必须跟两岸有特别管理，有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会，所以会分中国大陆地区跟其他地区。对，基本上来讲一定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从法律里面，两岸关系本来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处理。好，谢谢。好，谢谢洪孟凯委员。下一位请陈欧博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 NCC 陈主委以及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吴总经理、吴董事长跟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黄总经理、黄董事长，两位董事长，好，谢谢。问好，主委哈，两位董事长哈，今年二月，我们公布了2019年呢政府网络攻防的一个演练报告哈，里面有相关的报告，也揭露了不少面向。是，大家也知道，政府这几年治安受到不管是最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攻击了哈，那我们也都举办演练的一个攻防哈，来了解哈情况怎么样。那现在武汉肺炎哈这么严重哈，假信息、假疫情也非常多了哈。那是不是骇客也有相关利用这种相关的时事作为诱饵来做恶意的攻击啊？我想了解一下哈，我们那个电信技术中心是不是能够发挥什么功效，在针对这一番疫情，可能也造成在政府在治安方面受到攻击，也引带一些对民众呢所引起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误导哈，造成我们在疫情上防治上一个漏洞，所以请那个说明一下嘛。好，感谢委员对我们台湾那个资通安全的那个关心哈。那接下来我请那个我们 TTC 的吴董事长，还有 TWNIC 的黄董事长，分别就刚刚委员所关心的这种所谓的可能各种骇客的攻击，还有资通安全的部分，向您做报告。好，简单扼要哈，时间有限。好谢谢这个委员的指教哈。TTC 里边针对这个恶意程式还有假讯息的攻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来源叫做溯源，就是你必须要去追查透过这个网络的系统。那这个工作其实包含相当复杂了，在我们这个国内有三个单位也都负责在做这些工作哈，包括像这个行政院的治安处哈，还有当然我们 NCC 主要是我们 TTC 在负责哈，那还有就是这个国安会啊，我们叫做治安的铁三角哈，那当然学术界或者还有这个也都有相关的这个研究，都可以跟我们 TTC 来做一个应用啊。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正投入 TTC 也正投入在做这些这个恶意程式或者假讯息这些溯源的这种检测机制的这个研发啊。在这一波武汉肺炎哈的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状况说已经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治安上的困扰，造成我们防疫上的一些？我们目前并没有说有很明确的这个发现了，因为其实这个假讯息本来就很多了哈，这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这个持续性的已经非常多年了，而且这个 TTC 在治安的这个部分呢、也投入相当多的这个能量。
现在好像中国跟美国两个人在大打这个资讯战哈，就是互相指控这个肺炎的这个来源呢，来自这个这个美国或者是中国互相指控嘛哈，所以这个相关的信息哈，我觉得说要避免到我们这个台湾哈受到影响哈，所以相关信息你应该密切注意，是必要做必要澄清。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因为公共场合开会不方便，上班的不方便，所以掀起在家上班的一个热潮哈。这个在欧美，他们这个网络的频宽已经显现说不足。台湾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什么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说频宽上面不足，那造成我们在未来讲这个在视讯或在网络使用上面很大的困扰。是，包委员，我们台湾在整个宽频建设上来讲，在世界上也是属于领先的国家了哈。嗯。那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在都会地区来讲，应该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现在是问题比较在偏乡。那跟委员报告一下，直到我们去年年底来讲哈，我们86个偏乡里面，85个偏乡已经有达到那个每 gigabit per second 的等级，大概有98%哈。然后大概有753个村里有到100 megabit per second， 大概九比例达到98%，所以偏乡的可供装12 Mbps 以上的平均人口涵盖率达到97%。换言之，台湾其实在怎么偏乡的地方都有宽频到达。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部分呢，教育部或者是其他部会行政院呢，也都有召开过相关的会议。我们也NCC 也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目前来讲应该是足以提供这个教学使用。如果有漏洞或不足的地方，我们马上立刻督促这个电信业者去补习。好，因为本来像教育部到处都有设有所谓机会教育中心，那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个终端消费者，也就是学生呢，他终端的所使用的电脑或平板的不足，或者是过于设备过于老旧，反而不是频宽的问题，是终端设备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学校停课大部分都采取远距教学了哈，所以这个数位落差的问题也是本席一直很在意的问题。是，借这个机会哈，稍微盘点一下哈。是，其实说刚刚讲后端的设备不足的部分哈，该跟老旧该需要更换的部分，也借这个机会哈，是让这个整个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公平化、更普及化。这一部分，那个教育部他们上次有找我们去开会，其实教育部他们也有提供一定的教学设备，好，他们也趁这个机会去提升整个我们远距教学的能力。好，这个当然未来来讲会随疫情的人会就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数位落差比较严重的情况都显现出来，我想也请 NCC 注意这个问题啊。是，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还请那个这个5G 的治安很重要哈。是，那现在我们 NCC 都要求这个电信业者能够做到这个。在城市设计的时候，它安全性的最近要求，我们对于专网的一个垂直场域的业者有没有规范？有，然后基本上来讲的话，专网是比较往后面才会开放嘛。但是不论是专网也好，或是我们在公众网络也好，这个治安维护都是一个重点项目。那你要做到这个，要执行在5G的网络建设之初，你这些机制呢，要能够纳进去，能够确保 5G 网络的安全性，这个当然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部分的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我们对电信业的治安的要求很高哈，是不是我们这样子在要求我们垂直这个场域业者也要有一定的标准，一样的标准？当然，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求这个垂直场域的业者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一样要有一定的治安的维护能力。第二个，我想这个会使用这个垂直场域也都是比较大的企业者，他们这个也是关系到他们自己本身的营业或相关的权益，所以他们也会去注意到这个。对，像物联网哈，这个像类似这个场域的，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消费者的权益的哈。那个这个未来的世界哈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因为我不大了解，我们今天第一次请两个资讯中心的这个董事长来这边列席哈。嗯，我想说，因为你们都是荣誉，都是这个无几职啦。我看了一下资料哈，大家都是来兼职嘛哈，但是对国家的这个电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我借这个机会给你们肯定哦，因为大家都是无几职，也希望说你们发挥你们公正、独立、超然的立场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 NCC 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哦。我们很希望
NCC 能够做到这一点哈、哦，避免受到受利益好、哦、这个一个纠葛，或者是说是在电信事业发展上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状况的产生，所以 NCC 确实需要我们这样财团法人来协助了哈、哦。那所以对你们的意见，我们会比较采高度的一个资料的参考，这也是我们希望说在民意机关呢能够对两个单位寄予厚望的原因，也希望 NCC 能够硬起来哈、哦，把相关的治安做好，也把相关的网络的普及化能够做好，更重要维持我们电信市场的公平性。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关心，我们会努力。哎，谢谢。好，谢谢陈欧博委员。下面请赵振宇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那个吴董事长、黄董事长。好，吴董事长、黄董事长，有请。先请教吴董事长啊，电研中心哈。那吴董事长，那个我们4G上网行动啊，从那个最低的499之乱到199嘛哈。那有的人说，你们说那个速度不会有差嘛哈，对不对？上网速度不会有差嘛，对不对？那我们4G已经快到结束了，那现在进入到5G 嘛，有没有道理哈？那我们平常上网的测速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测过？我们这个 TTC 里边有测过。测多少？这我们请这个可不可以请我们负责的那个来协助？好，来谁负责？来，你先说明你的职务好不好哈？报告委员，我是电信技术中心的执行长。执行长啊，来，那你们测试95没有？这个数据是对啊，我要问这个数据哦，我看那个资料，是107年的啦。对，是我们数据有提供给这个那39枚，我们测的是39枚，一般民间啊测是39枚，你们测是95枚，为什么？我们的测试过程事实上是透过一个我们有设计一个测试的这个 app， 然后透过一个这样的系统，然后在我们全国各地呢Speeddesk 它上面有讲啊，你们测我们全球排名第27名，比上一期还下滑7名，为什么？我们这不是很成熟，要到尾巴要进入5G啦、啊，有没有道理？是。那你们那个报告更好玩呢，107年有我有看到那个测速报告，像109年3月的，你108年的怎么还没放上去测速报告？执行长，是啊，你们这个东西我们测速完报告是这个我们送给通传会，然后呢这个再看主管机关怎么样来做。那你们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没，我们量测过程是就经过我们的一个公正的程序去处理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从这个科学还有这个城市上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刚才主委有讲啊，是他说这个偏远乡镇有没有，是啊，他的那个上网的速度啊，还有收讯啊，有没有讯号都是非常好的，你觉得有吗？会有这样子吗？可能吗？啊，你们测这个东西，你们认为107年是95枚啊，你们是在立法院旁边测的、喔？我们测试有一定的一个，是不是每个地铁都要去测？是不是？我们带去要测啊？是7000、啊。我前几天到古关哦、喔，我一个朋友请我去看他的一个日式花园啊，我去那边啊、喔，我刚打个电话收上网有没有？速度都很慢，内阁哦，真的是，而且还是市区哎，在那个最重要的街上，没多远哎，啊，你说我跑到深山里有没有？那我没话讲啊，那个还在街上哎，古关的街上怎么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是啊，你们这个测试在哪没测？立法院周遭测是不是？包伟，我们进测试是在7000多个处理站7000多个处理站办公室，然后再加上。我们7000多个，要今年去年上一次还包括了4000多，总共10000多个点，所以事实上是。那你那我问你啦，执行长，108年测试报告出来没？出来了。什么时候要公布？有给 NCC 的吗？对，目前就是看这个主管单位的一个处理。你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啊？跟委员报告，我是 NCC 的处长，这个处长主任，我们在我们的内部程序完成之后，预计在。下个月应该会公布。
这个对民众非常重大。为什么知道？民众要知道我们的数字多少。刚才讲说哦，现在武汉肺炎，其他委员讲，哎，你要上网哎，你要视讯哎，啊，你内阁要怎么视讯，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是。哎，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进入5G的，你们4G在尾巴了，还这个动作还这么慢，有没有？那个速率也是这么差，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改进一下，好不好？那你们这个政府也是很支持你们啊，我看编的预算对你们都非常好啊，今年还越来越多人。好，哦，我觉得这个5G 的那个资通安全啊，你要资通安全跟国安的一样啊，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那你们都说你们超前部署有17项嘛哈，哦，啊，你们 NCC 你们属于监理机关嘛，是是不是？是。好，哦，那处长，啊，你们为什么管好像管很多，那么限制很多，那他们速度就不能太快啊，速度会变慢啊，会不会？会不会并驾齐驱还是会 delay？ 你说明一下资通的问题。跟委员报告，资通的维护跟网速的基本上应该是平行，不会相违背的。那这个在国外情况，因为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 layer 里头处理的，所以这些情况并不会造成治安的要求，并不会造成网速的一些阻滞。我觉得哈，电信中心就是第一个治安一定要做好，第二个测速一定要做好。哦，那我今天还刚问中华电信。哎，我的什么吃到饱是19多啊，17多还19多，我也搞不清楚，19多哈，啊，我说奇怪，我的怎么那么吃这么多，是不是？啊，我很少打电话，我大部分都接电话，我也很少打电话，对，因为我觉得我上网速度还可以啦，但是有到别的地方偏向还是要多加强。我们讲我们的复兴乡最近也要一个会刊啊，是不是？那他们也是收不到讯号啊，哦，我想偏乡的讯号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中华电信的是最大的，哦，那最大的反而收讯没有比别的好，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改进一下。那其他电信业者，哦，我们标的有没有标的那个费用比较低啊，哦？有没有可能建制的没有像他这么完整？我觉得我们要尽速把我们这个偏乡的那个有没有建设起来，好不好？那又要进入5G以后，还有更多的哈，哦。那另外请教一下那个黄董事长。委员早，替代那个黄胜雄。黄董事长，那个网路资讯有没有 ？IPv6 有没有？对，已经开始做了吗？啊，我们才45%而已，欸。啊，对。IPv4 有没有？已经对满了，有没有？对，而且速度很慢。没有错。那我们要赶快跟一些民众有做这个网路的，有没有有账号的，要赶快跟他讲，要改第6啊，有没有 IPv6？啊，你们的速度也很慢啊，请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提问。那事实上，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也列为我们的关键计划哈。那所以我们持续在推动。那目前大概主要的行动业者目前都支，有3家主要都支持 IPv6 了。那另外2家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那民众的部分，除了鼓励民众使用新型升级版本的手机之外，对啊，升级版本啊，对对对，他必须努力协调中。你要请他们赶快配合你们做啊，是不是？对对，要跟他什么协调？对，是不是？你要赶快跟他讲，有什么好处啊，有没有这个进步啊，是不是还在用传统的那个4啊，那个条码都已经不够了嘛，对不对？是不是？没有错，没有错。那你一定要跟他讲 IPv6 有什么好处嘛，是不是？没有错。啊，你老是用旧的，他们懒得改，他们认为原本用的时候大家习惯了，这样是不对的啊。是。好，那到时候你要换第5代第6代的时候，你又跟不上了，是不是？你他们要跟你们同步的跟上才对啊。好，另外问你们哦，你们两个单位都是要先问你啊，为什么人事成本就占了30%？未来越来越多人，你们那些增加那么多人干什么？好，先说明一下好不好？啊，好，报告委员啊，目前我们的主要的成本其实做大部分都在人事成本了。啊，对啊，我就问你啊，为什么？没有错，因为现在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工作的服务，你今年还明年还是要增加啊？我看了一下预算书啊，是不是？啊，对，109年增加，我们去年30人增加到38人。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新增的行政院所指派的这个台湾电脑危机处理暨协调中心的这个提升治安的业务，那这个部分会增加8个人力左右，所以最主要是增加这个部分的人力。那个吴董事长，你增加做什么？说明一下啊。是啊，谢谢委员啊。我们增加主要就是第一个是5G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研发或者服务或者维运的人员，第二个就是治安的这个人员啊，所以啊，这是很必然的哈，这个
啊，在这两个领域里边也算是比较。我是为什么要请你们说明，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人？那这增加这么多人要做这么多事，有没有？是啊，你们的速度又很慢，标也标不出去，什么东西也做不好，你听懂吗？这很奇怪啊，你听懂意思吗？增加人没有关系，要跟着5G有没有走？好，那增加人力，增加专业的人都没有问题，但是要人尽其才，不要浪费钱，有没有？好不好？好，谢谢指教，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赵正义委员。下一位，请邱显智委员发言。哎，主席哈，谢谢。我请这个陈主委，然后黄董事长、吴董事长。陈主委、黄董事长、吴董事长，有请。哎、啊，委员好。哎，主委早哈。早。那主委刚刚就是您有谈到这个偏乡的这个讯号啦哈，还有偏乡的网络普及的问题。那跟您分享哈，就是我最近到阿里山的这个峰山村哈，那该村呢，从88风灾之后哈，就没有电话线。好，那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当然我也是尝试了解啦。好，不过呢，据村长表示，哈，那个无线的网络，哈，当然可能也做了很多改善，啊，但是因为它一列底下黑的阿里山的黑的山凹嘛，哈，所以黑收讯，哈，确实不好。是，好，那所以今天本的工，因为网络普及，或者是说像不管是 NCC 也好，然后或者是这些中心，哈，或者是中华电信本身，哈。都带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公行政的任务嘛，是，当然，尤其是说米平这个数位落差的部分，好，那一偏乡现在网络的时代，偏乡的小朋友哈，如果因为这样子而导致说他没办法连接到外面的世界，哈，那当然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损害啦，哈。那所以就是讲，我是不是也当哈拜托主委，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联络这一个中华电信也好哈，能够解决这种偏乡的哈连电话线都无多好搞。是是，好，谢谢委员对我们偏乡那个宽频人权的关心，我们马上一定啊会后一定会去要求中华电信去了解。对，但是就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说哈，其实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个状况哈。那是不是在台湾的角落里面，偏乡的角落里面也有相同这样的状况？基本上，我们到那个电信普及服务到各地去普查的结果呢，至少都有大概12枚以上，应该很少像峰山村这种所谓完全都对，我不晓得它讯号还电话线。因为电话线如果是固网，另外一个就是无线嘛，哈。对。那如果是能靠这个无线的微波了。对。那如果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会请电信业者去了解到底是问题是在哪里。是。好，如果是有固网的话，就用固网来处理。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基础处的处长来回答你的问题？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进行，再回来哈。好，谢谢。就是说，我要说是说像这个 OTT 啦，哈。那这个主委也有谈到，就是说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要立法。好，那你预估的时程是什么？本来来讲的话是要在去年年底就要提出草案，我们其实目前我们已经有草案在手里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预估的希望的哈，因为我们的任期到7月31日嘛，是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一届的任期以前可以把这一届任期以前嘛，可以把草案提出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中国的 OTT 啦哈，到底这个立法之后是 NCC 的态度是什么？是要管还是不要管？好，那管的话，到底能不能管得到？那个像爱奇艺这么大的业者，我们一定要管，只是说要怎么管的问题哈，是要完全禁绝，还是说要部分怎么样去透过？就是怎么样的程度了哈？对，那是看要怎么样的程度。而且但是像转机机房营运的部分呢？现在转机机房营运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因为它不是合法的业者，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就请相关的业者，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台湾再租机房。可是现在有一个困难点，就是说他有那个跟美商，美商公司呢，可能是承租是 IDC，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边还是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就是说，也转租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能够纳入这样的一个规范呐，哈，否则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嘛。是，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哈，这个电信技术中心，因为我们今天来是来看这个预算嘛，哈，那看起来它每一年哈，它的预算就越来越增加呢。是，好，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说你要自给自足？包伟，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增加？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任务要求越来越多。是啊，基本上本来电信技术中心它原来只是有电信的部分，但是数位汇流以后来讲，不是只有电信，包括传播，所以它任务越来越多，所以预算越来越多。还有一点很重要是说，以前的那个治安的部分，对，原来来讲的话，以放到这里面来。TDC 是主要我们在储备技术能量、培育专业人才的一个重点，还有 TDC 那我的问题就是，你任务越来越多嘛，哈、哦？那你看像他这个，哈、哦，他编的这个国外旅费的运算，对不对，哈、哦？可是他的执行率很低呀、啊。是。那我的疑问就是说，那为什么会这样？理论上你已经看过了，哈、哦，那你在这个年度你有一个规划嘛？是。那为什么到最后结果，既然你的任务，那表示说，那你的任务好像都没有达成，这到底怎么回事？关于出口的部分，是不是请那个 TDC 和 TWA 的董事长来给你回答？来，好，董事长，来，请执行长，我们请范执行长。好，就是说这个执行率啦，是好，有的时候执行率不到一半呢。是，包委员，我们这个出口旅费的编列是在半年前，大概在去年的3到5月编，那时候是根据当时我们的规划跟配合计划的规划，还有国际化相关我们电信技术中心发展的一些需求。对，那事实上我们还是很遵节的支出、啊。但是你每一年都这样你没发现吗？是，从105年开始，好、哦，你的执行率都很低。那主要那到底我的疑问就是说，那你是有什么困难，是不是？还是说怎么样？主要是在我们编列预算在半年前，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比较稍微这一个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弹性度的列法。对啊，那就是你编列预算出了问题嘛？其实还是依据计划的规划。那后来因为我们知道资通讯的变化也蛮快的，所以我们会试着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执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会在。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这样的执行率哈，在这个预算的审查是很奇怪的哈。主委你可以看一下，他每一年都是如此啦，哈，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会检讨改进。那你看哦，哈，那你说哈，出国报告就是说，董事长说，我们配合哈这个要求提供资料，但是有一些部分不应该放在网络上了，哈，那必须要透过其他方式来提供，哈。去年，在2018年10月18日的时候这么讲，是，好，那你其他的方式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的报告数有11项，然后出国次数27项，仅40%啊，那公开比例不到50%啊。那你的其他的部分，你既然认为说不适宜放在网络上，那你的其他的方式要怎么提供？包委，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接受政府捐助，本来基本上来讲，政府资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是啊，公开为地位嘛，这 是没有错的。是，但是因为治安里面来讲，很多会涉及到一些治安，甚至有国安的那个机密的文件的问题，所以他很多的资料是不对外的，只有到我们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有些部分可能必须要透过其他方式来提供，好、哦，那你变成是说你也要思考，好、哦，因为你上次他上次就这么讲嘛，是。对，比如说，如果你说国安会或者行政治安处，对我们相关的我们治安铁三角的部分，有一些资料要我们提供，我们当然会提供啊，因为本来就是我们整个本来就是一个组织体系的关系嘛。是啊，所以我知道啊，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放在网络上，我理解啦，好，主委，但是就是说他上次已经这样讲了，那你是不是也要去思考说到底哈、哦、其他方式是什么？是好、哦，那下一题就是说，刚刚其实赵委员也有提到，为什么你的买的东西都一直买不到？好，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说明一下？董事长，你要有意思吗 ？TCC 要买的东西一直买，无法绝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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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就刚刚那个执行率也是一样。好，刚刚主委也有讲嘛，你有更多的公行政的任务了。好，那你为了要履行这公行政的任务，你要去买更多的东西，我可以理解啊。但是为什么你总是没办法得标？是，这那没办法得标，是不是意味着你的任务都没有达成？
是鲍委员，其实第一点，我们因为这些技术都是蛮前瞻，就是蛮走在前面，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 reference 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在采购时候非常的慎重，在我知道啊，你慎重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样就 pending 到你要进行的计划，像5G 通信干扰评估的，还是会尽力的把这一个哈采购完成，在不管是在整个对，可能你要注意到说哈，你的采购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那你是不是需要去公公会哈？像这个主委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是是是，对。那个委员跟你报告一下，5G 的技术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是。基本上来讲，比如说今年的 MWC， 基本上来讲，二月底，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整个 delay 整个 pending。这个我可以理解啦。所以说有时候那些技术或设备，但是你要怎么样哈才能够买到你应该要买到的设备，對對對，这是一个重点嘛？对，这我们要努力去克服。那最后一题哈，就是我要问一下，就是说，等一下。OK， 不好意思，好，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TWNIC 的网络报告，事实上政府机关很多人在用嘛，那但是你看一下你的样本数哦，你这个调查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国内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呢，你看你的调查样本数，这个同步执行市话跟手机电访各1067份，六块了嘛，然后你的这个网络的抽查才400份，等于是说大概2400份、500份而已。那你这个样本数这么少，你怎么能够呈现出你上面洋洋洒洒要调查那个东西，甚至你推估到好是几千万人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这个样本数是不是有问题？那另外一个，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你看这六都16县市分下去能够有多少？你能够呈现出说刚刚跟主委谈的这个偏乡的网络的普及或等等类似这样的概念吗？这实在太少了，你了解意思吗？好，谢谢委员啊，第六黄胜雄报告啊，谢谢委员的提醒哦，其实确实是这个样本数确实少一点，对，而且我们今年也特别责成啊，因为除了国发会通常也提供类似的资料，只要有相同的资料调查的话，我们就会排除哈，我们尽量去做其他部会没有在做的调查。你这是每年一次吗？每年做一次。对，所以你是有预算上的困难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你的这个样本数会呈现出来是这个状况？去年的部分确实是预算上比较紧一点，那我们今年会努力的尽量把这个样本数再扩大，能够反映到母体实际的状态出来。主委这个部分可能要能够那个样本数好，谢谢，因为这样的话，你去看点进去之后，他推估的报告竟然有几千万的这一个，我们会检讨改进。对，谢谢。好，谢谢主席哈，谢谢。好，谢谢邱显智委员发言。下一位，请林俊宪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 NCC 代主委陈主委，还有我们电竞技术中心的吴董事长。吴董事长，谢谢。以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黄董事长。黄董事长，有请。委员好。好，主委好。好，我们这个礼拜交通委员会在审查都是一些财团法人或者是工协会的一些预算。这预算其实应该是上一届在去年底就要审查嘛，那我们拖到现在来，那我看这几个相关单位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电信技术中心，还有网络资讯中心，主席，我们礼拜三是个还有邮政协会啦，电信协会啦，中华顾问工程师嘛，中华航空基金事业发展基金嘛，还有敦睦联谊社了，是这样，因为各位的预算我不知道今天在场这两个单位，你们会不会受到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会影响到你们的业务收入，然后你们预算执行？会哈。来说明一下，来，我请那个两个董事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好，来，两位董事长。好，谢谢委员关心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像这个行动了大家没有办法出去，所以第一个就跟国际相关的合作的这个部分这个或者一些出国的预算，或者甚至包括人员禁用训练的这些，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奖金啊？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奖金啊？应该我认为奖金不会，党拢应用的，不是奖金不应用的，应该都会的啊，应该会的啊。我们电信技术中心，我看那个福利袂歹哦，是。
这个也不是说这个福利这样，因为就是等等，我重点不是这里的哈。那另外我们那个另外那个单位也会嘛，王仲勋也会嘛。啊，谢谢委员提啊，提炼黄世雄，事实上是影响我们今年所有的国际会议全部都通做停止，都受影响。那个主席哈，其实包括我们未来还要审的邮政协会了、电竞协会、中华工程师啦、中华航空事业基金啦、敦睦联谊社，像那个圆山饭店。我们现在审他们的预算哈，因为都是去年编列的啦，那个时候没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啦，那数字哈跟今年执行下来都是天差地远的，所以我们审这个预算其实是没什么意义啊，自欺欺人，根本都做不到的东西嘛。你像那个圆山惨得要命啊，我们审他那个预算，东木联谊社的预算有什么意义？哦，我不讲了。当然，这个叫你们重编哦，这个程序上不程序上当然有一点复杂了哈、哦，是不是应该要再退回院会去？预算中心这里有没有人？立法院预算中心有没有人来？这里有没有人？没有哈。啊、哦，实际上啊、哦，这样我们委员会在处理这几个单位的预算哈、哦，因为那时候没有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实际上编列的数字跟你们今年执行下来会有很大的落差。评委员是不是请行政院？行政院有来嘛？啊，现在预算中心有来嘛？那我们在审这个预算哦，一定是就不意义了。你们也知道你们做不到了啊，你们也知道说未来的数字啊，在明年的决算哦，根本都是啊会有很大的不同。来，没有那个林秀燕专门委员。说明一下好不好？啊，庄伟，对，啊，有，我看到。谢谢。来，是。那个主席，那个委员，大家好哦。有关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那个送来的预算书的部分呢、啊，如果说他的收入有变动的话，那当然就是少收的部分，那就核实去收。那支出如果没办法完成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按照实际状况去执行啊。那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我是怕影响到，因为你们这些都是事业单位了啊啊，财团法人对财团法人啦、啊，都财团法人，我怕影响到你们的执行绩效啦，因为这你就给我们做委高嘛。这个啊，我们审的人也是到时候就随便了，反正反正你们。或者你根本都不预约受理嘛？这个可以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有关财团法人绩效考核部分，主管机关会做考核。我在想说，就算他执行不好，在做绩效考核的时候，这个武汉肺炎属于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我想主管机关在做考核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考量啊。所以预算不用重来了啊、哦。不需要。我们就继续审一些他们根本做不到的预算了。也不是这样说啦，就是委员如果有意见的话，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调整。那预算有意义吗？预算审查还是可以做一些删减、哦。当然可以审啊，怎么不能审呢、嗯？啊，怎么删？全部打折，不啊？啊，好，谢谢你啊，好，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关心一下各位的业务了哈。像那个电信技术中心哈，你现在董事长是到底要专任还是要兼任？现在是兼任。对啊，你们董事会不是要考虑要专任还是兼任？决定没有兼任，执行长是专任。那、啊、未来董事长会不会改专任？这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我不了解。董事长可以专任。那你预算为什么要编那个专任的薪水编半年呢？基本上董事长是可以专任也可以兼任的。对了，啊，你到底是要专任还是兼任了？那我们他要选择，像吴董事长他选的是兼任，就兼任只是理由，比如说兼职费用。那你以后你这个单位会很奇怪嘞，你每一年都编半年的专任薪水，啊，然后董事长如果。选择兼任，那你那六个月的专任薪水就不领。你怎么好玩的预算是安尼呢？是。啊，你到底是要专任还是兼任？是每一任的董事长都不一样吗？这个还是我们的组织章程应该要明定。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董事长跟你报告一下。来。是。我们除了在第二届这个简仁德兼董事长是专任以外，好，那其他后届的这个董事长都是兼任。你们都选择兼任了。对。好。所以可以专任也可以兼任呢、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可是如果你专任，你薪资只有编半年呢？主要是我想这次主要编半年，是因为我们在在这个十月的时候改选嘛，就十月那时候开始在征询嘛、因为我们是五月嘛。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专任也不行啊，你只有半年可以领的。就是半年了、啊，就是那个半年、啊。
是啊，是这样没错。所以是奇怪呢，因为他们任期也快到了，就这一届来讲任期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编这样子而已。这些因为接下来讲，因为他们这个 PDC 的董事长任期是108人。好，来那是啊，所以用不会吗？明年预算就不会吗？等你每一年都先编那个专任12个月的薪水，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检讨一下。你到底你要你等你五省来，你到底是要不要执行啊？要专任或兼任？是，你先决定好啊。所以因为当时还没有聘董事长，说我们不晓得专任兼任嘛，所以说那可能在预算的编列方法是用这样编法。这个中间是重不重要？当时六九的记者也可以专任，也可以兼任。以最主要是以执行、啊。如果你这个位置很重要，你懂得在专任吗？是。啊，你也可以兼任，兼任是兼任等于 part time 呢？包括委员，我记得 part time 是有用，他来无用，卖来呢？还是出在？所以我搞不懂呢。这个技术中心的董事长位置，我们是可以专任，也可以兼任，很少有单位这样的。我们是执行长。啊，你请来这两个你算，我请你当董事长，你自己决定。好，我们来谈好了，当时谈好是，你到底要专任还兼任？是。啊，我想我们这个来，这董事长如果很重要的话，我们应该要。高薪也没关系嘛，你要请一个专业的嘛。好啦，当时这不是你，这是你组织章程的问题啦。来，那我再请教哦、喔，你要科专计划到底哪一年执行完了、啊？科专计划，科专今年，今年嘛哈。对，你为了这个科专计划106人到109人，你的人足足多了一倍了，是，对不对？你本来100空高的，就要请到207的。那你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要执行一个行政委委托的科专计划嘛，是。啊，这计划执行到今年，啊，就给出来了没有了？没招的。啊，我们、这个、要解聘吗？这个当然。你以后都可以维持那么多的高业务量吗？啊，容我好来回答一下啊。基本上，治安这个科专计划基本上哈、哦，人虽然变多，业务也变多，收入也变多，而且科专计划最主要是那个我们5G还有最主要是对啦，但是它执行只有4年计划嘛，对。啊！你计划执行完以后呢，怎么办？这个哎、欸，你人钱都给你呢，你人给几倍哦？对，啊，你预算是这个是超过一倍呢。编在那个公务预算里面，因为科专计划第一年是编在行政院。啊，好啊，那这些多少的人力科专计划以后呢？以后还没做上，必须要，因为没有治安的东西会越来越增加，不会越来越减少。尤其是5G以后来讲，治安是会越的重要。所以他不是为了执行科专计划而来的。科专计划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治安，啊、我们科专计划叫做治安旗舰计划，就是建构整个台湾智通安全。这个、哦、所以这个单位就很重要了、哦、对，非常非常重要。台湾的将来的，现在当时为止，你能亏三干？不，我们讲说我干呀。我看预算中间写的、啊，预算报告主要是一起执行长制。好，所以说董事长，所以董事不重要，董监事不重要。不是，董事会是决定整个政策方向，啊、就像公司有的公司是。董事一样，他决定是一个政策方向执行。啊，那你讲这样是贬低这个董事会的啊，没有重要性哦。没有，这不是，这个是董事长。我跟你说了，一个公司哦，负责任哦，这董事会有他一定的职责。当然，对不对？是。今年开三次，去年开5次会议。是。啊不，你演戏嘛，一个月来一次。啊，两个月开一次啊、哦。是，对不对？两个开一次也不应该开3次吧？那为什么有的开5次？去年是去年是你106年和107年都只有开3次董事会啊？去年是开了5次啊，主委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啊，去年开5次董事会，对，就是因为、啊、这是董，还、啊、是当时会的不重要啊？不，就当时会不要紧，我那最重要，所以不一定爱开会，当时电话最重要，所以专任嘛好，兼任嘛好，搞委员报告，这个单位现在越来越花钱呐、啊，好啊，注意你跟你讲这个会很重要，是，那很重要的话。董事会也不开会，董事长也兼任，不是，委员不，基本上来讲的话，董事会基本上是决定一个基础方向而已。啊，我时间到了，我打某点，我困着委员时间了。我希望这个单位的未来的，你赶快把它定位清楚了，好不好？是，好，有时间我们再讨论了。好，谢谢主委哈，好，谢谢各位董事长，谢谢主席。好，谢谢俊宪委员哈，因为刚才我们赵委啊，困着赵委一直在看我，不过。哎，预算中心有没有来？是不是请预算中心说明一下？因为刚才俊宪委员问的问题啊，是确实哈、哦，我们那个财团法人呢、啊，财团法人这次疫情发生了、啊，
那财团法人所属的单位，预算中心在哪里？那请你到台前来，说明台来，好不好？说明一下好了，跟委员们报告一下，好不好？来，到主席台，要不要到这个发言台？按一下，报告委员是这样哈，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基本上财团法人的那个预决算书，因为编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编，所以可以预估的就是说109年、年度的预算会落差很大。可是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预算在执行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跟事实会执行会有一些落差。那如果退回的话，因为这个影响层面蛮大的，不是说不能做，只是做了退回可能又要回到程序委员会，然后整个流程走一遍。所以以上是报告委员。好，好，好，经济委员这样可以吗？没有退回的问题吧？你。往年执行当然会有落差，但是那个落差我们可以跟前几年一起比较，那今年就会产生一种根本没有历史记录可以比较的。今年其实可以预想的是，所有的国营事业同样都会面临这个状况，所以今年的数字是很难用以前的资讯来做比较。这个我们现在在调查资料的时候，就会请他们，就会以后年度我们可能在执行调查资料的时候，会请他们就疫情这一块，可能单独列一个数据提供委员参考。好，军委员这样可以吗？大家同仁可以啊、哦，好，那请回好不好？谢谢哈、嗯。倒是刚才那个林俊逸委员讲的，董事长啊，兼任也可以，专任也可以，我都很奇怪，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啊。这里面有什么利弊得失，有什么好处啊？兼任比较好还是专任比较好？因为他总有个选择，这个选择很奇怪。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兼任的。哦，他用专任他划不来是不是？那我们有很多部委首长也是借调的啊，那借调都是用借的啊，那兼部长哦，部长也是兼任哦。如果要专任的话，就要借调。如果因为他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哦，那等于两边都在做，那边又是教授，这边又是董事长，哦，是这样子哈、哦。好，请坐哈，谢谢。好，下面请我们鲁明哲委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麻烦主席邀一下我们 NCC 陈主委。好，陈主委，谢谢。以及两位财团法人的董事长。好，黄董事长、吴董事长有请哈。好，陈主委好。这个吴董事长跟黄董事长，那当然今天第一次哈、哦、来请教两个财团法人哈、哦，也对我来讲也读了你们蛮多的一个资料。那我就延续刚刚林委员的一个话题啊，从这个话题开始。事实上，从106年从预算，当然你们预算决算有时候不一样，我们就全部用预算来比哈。你们的人数哈，人数从106年的116人哈，到109年，我们现在要审的预算大概变成207人啊。如果以这4年间的人数增加了91位员额，91人，总共增加了78%。但我一再担心啊，从民国99年啊，这个政府下一个决心啊，我们总额啊，就政府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角度，哦，总额不要再增加了。所有政府的单位10年好不容易，连国营事业减了1万多人，好不容易啊，不简单啊，23万人减成22万人，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啊。所以人请竟然容易啊。要怎么样？现在法规这么完整，说啊，抱歉，我没有这个业务了，或者不需要了，要请他离开是多难的一件事。10年也不过精简了10000人，但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财团法人，甚至委员会，甚至很多奇奇怪怪的。当然外面有说是黑机关，但我想这两个委员会不是了哈，你们跨越蓝绿哈，有这么多年来蓝蓝绿绿都有，你们本身有自己的功能性、专业性，但是。你们的人这样去增加的话，我是觉得你们要好好考虑，因为我了解你们目前的人员主要是适用劳基法，现在劳基法越来越严啊，他不是公务人员，他适用劳基法，你用财团法人的一个方式来帮政府做事，我们希望他比较有弹性，我可以理解，更有弹性，跟外面的企业能够合作，能够比较少的法规来去绑你们嘛，让
在科技的时代里面，希望你们站在这个科技领域的前锋嘛，很好啊。但是我们想说，用人的部分也是在想说，政府如果说你们是政府机关，我们要去招聘一个公务人员啊，如果进来之后没有这个业务，多麻烦。所以也是希望人事的弹性，在这个财团法人能够显现呐、啊。可是如果你们现在在劳基法的人员，你现在在今年度比去年108人要增加24人，要请教一下这个吴董事长。吴董事长，请教你好，因为你特别增加了人数，有24个人，有一位哦是，我讲你们那个名词不管了，1、2、3、4类薪资最高的，因为你平均薪资啊，通通加起来算一算，除以你的人数是247万呐、啊。我不得不帮国民问一下，你增加了4个人，你还不够啊、哦？那你要再增加一位是什么？是副执行长还是什么样一个职位？109年你计划增加年薪大概平均20万以上的是什么职位？是要做什么？你可以说一下。我想这个会新增加一个是副执行长哈，刚刚讲这个高阶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只有2个副执行长哈，还不够用。因为这个业务真的很多，报告委员，确实是啊，尤其在108跟109年哈，在从这个过季里边啊，因为我是去年十月上任的时候，我特别去了解这个同仁里边对于他业务的这个所谓的负荷，那个人力确实是不足啦，而且又是5G还有治安这个相关的很多治安的范畴越来越广。所以吴董事长，我给你一个建议了哈，是，我绝对相信你们里面的人哈，是很多很专业，非常有非常多高能力，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凤凰，但是你知道吗？麻雀躲在凤凰里也看不出来。我是建议你要不要先处理一下麻雀，历历代代留下来的都是这么强吗？都符合你现在需求吗？有必要这样的吗？你是一个专业单位，不要搞到跟政府机关一样的包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人不行，好像又不好叫他走。你们，我大概算了一下，我并不是说学历相对低，能力比较差，但像你们这么高科技高专业领域，中间大学含以下高中的占34%，这比例对不对？是不是你的要求？还是只要进来的我就是一样？哎，我没关系，进来了大家就吃公家饭，就给我吃到一辈子。我希望不要这样，不要有这样的观念。是是是是，你要增加人，你有专业的，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啦。可是问题是说，你内部有没有先检讨自己里面人的配置位置对不对，人的能力对不对，再来跟我们谈增加会比较好。我想主委在旁边听得懂我意思，因为人事增加了1.12亿啊、哦，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负担哈。那我们也发觉你很多的一个东西，事实上也在转包，我也不知道弄一个财团法人变成一个转包中心。我看到你们，因为这个政府采购网一查就知道嘛。但是我唯一不了解的，你们弄一个叫什么创新数位国际论坛嘛，你 NCC 拿了240万来个就补助给这个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是，然后再给他，他再发包去找商周来办了一个活动，不是你 NCC 没有发包功能吗？但我觉得很奇怪了哈，专业的领域交给他们，像这种办活动我都会了，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不专业的东西交给一个所谓技术单位甚至网络单位？我不解啦，你的预算要这样的过水吗？然后再来，我希望你下次哦，针对于不要一次千万啦，多2100万两个字就是24人，就多了24人，这24人放在哪个位置？到底要做什么？我刚问你一个副执行长，好、哦，还有其他的各个层级，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另外哦，我本来是觉得给财团法人应该在人事上面政府的预算会更减少，我都没想到这一算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死人。但我觉得这样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你们长此以往好像都是这样的。一般的公务人员拼了老命啊，有些人考了5、6年才考上了，他最多现在年终奖金就1.5个月了，他从第一天干到最后一天，兢兢业业啊，弄个甲等1个月的考绩奖金啦。他除了本薪之外，他最多可以领2.5个月1年度的奖金啦。我说真的，我知道里面有凤凰，给你5.5个月都有那种很外面很难得请得来。可是207个人都是这样的吗？
你们花国家钱这样的花吗？不是。但是你们现在在预算的看，你们钱怎么分我不知道哦。你们从预算奖金这个部分，不管是不是年终奖金、考绩奖金，或者你有其他集体奖金，现在奖金的部分相对于每一个成绩的大概3.4到3.5个月，这个部分我觉得主委你去检讨一下，因为没有时间了哈。我报告一下，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很多的奖金我们是比照事业单位这样的去编列的。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奖金是为了留住人才。你是比照什么单位来编列？就像我们的那个国营事业，有些事业单位里面来讲，也是有奖金的这种制度。因为这个，我们一方面他追求，那你有没有算到那个奖金好像是3.5个月啊？不是全部，不是全部的人，奖金是依照他的贡献，因为他一方面接受我们的补助，对，你去算你的底薪啊，我是用底薪跟你奖金去对比，你回去自己算嘛。如果讲错，你事后再来说；讲对，你要给我个解释嘛，哈。是，那当然，我先报告一下，财团法人法也有相关奖金的规定，就像刚才说，董事长为什么兼任或是专任，其实在财团法人法52条。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搞得比那个公务人员还好这么多啊，我觉得很奇怪啦。是好，那当然，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这本来要你们说明，给我书面说明了哈，就是109年比108年多了几千万，但是我没有请教你大概做什么，你目前给我们那个资料好像都是推动类似的东西，那多出来的你们希望加强哪个部分，你们跟我们说一下。另外一个，这个一样是我们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啊，我是觉得你们自己做资讯的，你们自己在自己的 homepage 网络上面啊，你现在已经是109年，我要审你109年的预算，108年的决算也许还没审，可是到现在你的透明度上面，你的网页上面，当人民想要了解你，包括我第一次要参与你们这个会议，我想要了解你，我该要多一点透明度吧，好歹108年的预算，108年的工作，你们业务怎么样，决算没有审，你可以不剖，我这样的建议是不是未来能够做完整一点？好，好不好？检讨改进，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鲁明哲委员发言。明哲兄，你到主席台去，好不好？我找你一下。好，下面请李坤哲委赵委发言。谢谢陈雪生赵委啊，请一下陈主委。好，请陈主委。哎，主委你好。行政院宣布开放3年的政策是一个利善良益的政策，是，那也代表着这2-3年来，那我们的国人到山野去进行休闲相关的这样的活动是越来越多，是，那再加上露营的风气也在这2年也越来的越风行，那我们看到最近由于武汉肺炎的发展跟升温，那国人对于到户外空旷空气流通的地方参加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到山野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当然在发生紧急危难的时候，是相关的通讯品质以及紧急救难就成为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NCC 有委托林务局来进行相关的山野之间通讯品质不佳的地区有进行相关的调查，总共有112个地方其实是通讯品质欠佳，那这112处里面又有24个处是属于山难的一个热点，那我们对于相关的通讯品质的一个提升当然这24个地方山难的热点，我们是不是能够优先的来处理它相关通讯品质的问题，就是至少要能够做到拨打紧急电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请陈主委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委员，陈主刚才委员所讲的，目前的112处的地点，还有比如说还有我们七星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都已经开始在还有5大山屋这个部分，我们都开始在会勘。那关于刚才委员所提24处比较山难的比较热点的部分来讲，我们会优先的去处理这个部分。什么时候大概可以先处理到？我们希望今年的通讯，通讯希望今年能够
协调业者可以先改善山屋，还有这些所谓的山难热点这个部分。今年年底这24处的山难热点都可以处理完毕吗？至少我们会开始处理这个部分。能不能处理完毕来讲的话，还要包括相关经费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够先优先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在经费部分我们会给予大力的支持。是，那因为这是国人。谢谢啊，在这24处以及全部112处相关的通讯品质不佳的地方，至少都要能够拨打相关的紧急电话。好，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那有关于除了这个山林之间的紧急救难电话相关的通讯品质之外，那远距的教学在武汉肺炎这段期间也受到社会的重视。当然在都会区一般来讲比较没有问题，但是比较偏乡的地区，那这其实也对我们相关偏乡的学童啊是比较不公平的一个地方。这个相关的偏乡的通讯品质，有关于远距教学啊这个部分，我们的相关改善的计划跟时程啊是如何，来说明一下。包委员，其实108年12月底，我国86个偏乡当中，已经85个偏乡有达到那个 gigabit per second 的等级，好，比例大概99%左右。然后我们768个村里当中，已经有753个村里有达到100megabit per second 的等级。陈主委，我们预计今年8月啊 ，NCC 是希望全国有105个。偏乡啊，都能够完成啊基本的通讯品质，达到学童的远距教学相关的通讯品质的改善，是否啊能够达成？来，简单说一下。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目前呢偏乡地区，比如说我们看可以从12 megabit per second 的这个平均大概已经到97了，所以我们今年如果希望我们督促，也陈主刚才委员所提的，好，提升让这个远距教学可以。提供一个优质的这种通讯品质服务，我们会去努力的。好，陈主任，我另外要请教你有关于5G 的资安问题。是5G 的时代即将来临，那5G 相关的设计啊，它基本上是属于啊云端的虚拟化设计。是，那它也采取啊相关的多接取的边缘运算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那多边缘的相关的接取的运算啊，最主要就是啊它能够减少延迟的时间，是，也减少运算的时间，是，当然啊会比较加速，但是呢它相关的也对于我们相关资安的保护啊也形成很大的漏洞以及民众的疑虑。那我们对于相关业者啊，当然我们有自己本身法令的修护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修订的一个启动，但是我们对于业者相关的资安维护的计划，我们按照我们相关的法令及程序啊，是必须要要求业者有相关的资安维护的计划。那这个部分来简单说明一下进度如何。好，谢谢那个谢谢委员的提问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内行啊。基本上来讲，资安维护其实就是我们5G 跟4G 里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异点。所以我们在5G 的这个部分来讲，除了事业计划书的审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自动安全维护计划书的审查。那5G 的运算虽然速度更快，但是它的治安的风险也更高。那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治安维护计划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已经我们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呢，最慢到下个礼拜希望完成啊。现在目前有三大业者都已经送件哈，有相关的治安维护计划，对都有。他们在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基本上只要是一开台来讲的话，当然他们就必须依照他的事业计划书还有治安维护计划书去维护他的相关的这网路核心网路的这些自动安全的这些计划。这是业者的部分。那我们 NCC 是否也有规划3年起的这样的一个5G 网路治安的防护以及相关法规的准备计划？相关准备计划来。我们基本上本会也规范了3年起的叫做5G 网络治安防护及相关法规准备计划，是到109年到111年。它最主要是配合的整个国际组织，像 ITU 或者 3GPP 等的 5G 标准的时程，那滚动修正我们都必须按照国际组织相关规定的时程来进行相关的修订以及滚动的检讨。那么对于相关的资料，在5G 时代啊，民众担忧的是被截取
哦啊，被拦截、被窃取。那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治安的维护计划，当然也包含的非公务机关资通安全管理的作业办法。是。那我们要加强机房的相关的门禁管理，就是、啊、有国安疑虑的人员不得进入。是。更重要的是相关的设计、开发、维运，不得委托、啊、有国安疑虑的人员。是。针对啊，国人最担忧的，在5G 时代，我们相关的资料是否会被拦截窃取？那这个部分 NCC 的责任非常重大。是。那针对这几样，来请主委详细的说明。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的话，关于相关的这个所谓治安，还有说各那个消费者的资料的资格，我们每一年都有落实稽核计划。在技术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会增加跟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资通安全的检测，好，基本上来讲，确保我们消费者还有包括我们企业里面的这个资通安全的部分，每一年我们都会做相关的稽核。陈主任，当初我们在修订相关的电信管理法啊，在我担任招委的时候，我们尽速的让它通过，这也是交通委员会对于因应5G 时代来临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法规的处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提醒过你，电信管理法通过之后，我们相关因应5G 的相关执法必须啊尽速的启动，我们都有在努力在修正当中。但是我现在看看你们相关的执法立法的相关的过程啊，是我非常担忧啊，在5G 即将要启动的时候，相关的执法还没有修订完毕，来简单说明一下。基本上来讲，这些执法里面来讲，我们有分配说优先顺序，好，直接如果跟5G 直接要开始商转的部分有需要，我们现在基本上的执法都已经修正完毕。你现在认为说执法直接的有关系的，都已经有基本上的一个修订，基本上修订，那其他的还是有部分的，我们执法相关的执法还是大概50几个不够完备。我们高达50几个执法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大概而且最主要的，你认为5G 的相关的执法直接或者是间接是由 NCC 自己认定的吗？没有，我们是依照电信管理法的来授权来认定的。所以那相关的立法程序赶快启动。是，我们已经启动了。那如果相关的执法到时候还没有办法能够修订完毕的时候，也要考虑是否以行政命令来先作为处理。对，这个5G 开台没有问题，而且电相关的执法，我们到时候等电信管理法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都已经 stand by， 都已经会准备好。赶快把相关的法令都准备好修订，谢谢，完备啊，这是我们对 NCC 的基本要求。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坤哲招委。何新存委员发言完毕，休息10分钟，现在请何新存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大家好，我们请陈主委。好，请陈主委。主委好。委员好。主委，因为好，我在交通委员会哦，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委员会，所以我很认真的在找出我们通传会的监理事业跟非监理事业了啊、哦。那当然呢，我们的监理事业，我从你们的这个网络上哦，你们的网页上哦，那你们也在宣传哦，什么叫做通传会 NCC 的监理事业跟非监理事业？我现在只是想跟主委探讨一下，虽然网络我们没有办法管理，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是网络却是这个阶段。现在社会上传播最迅速的，而且你刚才回答其他委员，我们现在从4G 要跳到5G， 5G 的传播力又更迅速。那我们如何把我们 NCC 监理的一些详情可以让国人清楚的知道？第二个，来透过这样子清楚的知道、公开透明的方式、传播迅速的方式，让国人信任 NCC 的监理能力。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如何？有效正确的讯息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来传播给国人，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啊。可是我看看我们 NCC 在做网络的一个推播或者是经营的时候是非常落差的，我不知道主委有没有注意到啊。来，我
NCC 如何经营脸书跟其他网络社群。我只举数字，像这一篇，我不知道 NCC 的这一篇 FB 的发文是在给一般国人看，还是给媒体记者看？基本上当然是给一般人民看了。啊，是啊，好，你给一般人民看，那你知道有多少人看吗？看的人不多吧，大概一万。不是一万多，是在你的粉丝专页、啊、底下真正有在看你这一篇的，叫做76个人。是。然后呢，11则留言，6次分享。是。啊，你知道我又去看了一下，前阵子几乎每一则你们所发出来的都是双位数字，70几个算不错了啦，还有30几个、20几个啦。所以 NCC 在经营这个网络粉丝社群这个平台的时候，到底第一个 NCC 要给国人知道什么东西？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用心在经营？是啊、哦。那以防疫来说，现在应该说上个礼拜，因为有抢购潮、有囤积潮，所以呢，你们搭这个议题。做了这个 po 文，你知道同时在防疫的其他部会，我必须要告诉你哦，这个真的是我们 NCC 要加强的、哦、是。经济部呢有27万，外交部14万，农委会26万，国防部37万。对，包伟，因为本会哈、哦、叫防疫哈、哦，包括防治、纾困、振兴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只负责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呢、啊。是啦，我知道啦，我今天只在告诉你，我刚一开始很明白的告诉你，来，我们 NCC 的监理业务跟我们所有该让国人用最迅速的方式，用最清楚、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让国人知道，进一步来信任 NCC。我觉得这个网络是我们 NCC 要善用，要加强各种宣传管道嘛。其他部会都在加强了，怎么会是我们 NCC？ 我们有那么多的。通讯专业人才，我们有那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员在我们 NCC， 可是呢，我们的小编我不知道这是委外经营的，我不知道了。没有，是你们自己经营的吗？是经营的。你们自己经营的，那就更需要加强了啊。那其他部会，人家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编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小编啊、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呢，我接下来就要今天我们审的这两个财团法人，应该定位在 NCC 的智库。幕僚单位、嗯、对不对，诸位？没错、嗯。那疫情当前啊，我们最近因为防疫，或者是的武汉肺炎的很多的假消息、假新闻、假公文流窜，那 NCC 希望这两个财团法人中心在网络的技术面还有大数据，可以给予你们什么协助？因为既然它是你们幕僚单位，刚刚很多委员有提到啊，他们现在的人事预算在逐年编很多，然后呢，对于这个资安，那对于包括我所拿到的电信技术中心的预算书有提到啊，截至108年6月30号之前，这个是前几年的，共处理了超过30万笔的资安威胁情资，并依攻击来源做境内跟境外的通报。借由跨境治安合作机制来了解这个网络的威胁。那我们又看到最近调查局告诉我们，武汉肺炎疫情当前，几乎2月底3月初，对岸对台湾发动了3波的假讯息的攻击。哎，我觉得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我就想请教啊，那两个财团法人人事预算也增加，我们又认为要。增加这个治安的安全能力，那要作为 NCC 的一个幕僚单位，那你认为在防疫的这假讯息、假公文、假消息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两个财团法人中心对你的这个专业的幕僚的意见是什么？两个那个财团法人呢，是我们手足的延伸呢，是非常重要。我分这两个层次来讲，啊、第一个。关于假讯息的部分来讲呢，我们 NCC 参与行政院这个关于假讯息的联防。那假讯息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是涉及其他部会，比如说为什么会去现在是调查局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依照我们现在特别法的规定，这些很多是涉及到刑案的问题，所以都是由调查局或是警政署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假讯息的部分呢，我们在3月12号，我们也召开跟这些社群平台还有社群媒体召开这种所谓的政府公司协力合作的会议呢。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共识，基本上呢，后端的这个当然减掉介入处理，当然那是后端。那前面
我们 NCC 跟我们这所谓两个幕僚单位可以怎么样的协助？除了资讯假讯息外，另外一个在网络上非常重要，就是网络的治安攻击。我们这两岸两个财团法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是在确保我们网络的畅通，避免这种治安的攻击瘫痪我们是。假讯息只是一把讯息的活动，另外一个就是瘫痪我们的网际网络。那这我们这两个单位非常重要，就是如像 TTC， 它就是在确保网络的畅通，避免这个各种像DDoS 的这种攻击。我们 NCC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叫 NCCSC， 这个是所有我们整个网络的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是在这个里面去负责守御我们整个。所以在这一次的防疫期间，那你刚刚讲的，那你们更重要了。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台湾在这个数位网络的这个科技上运用在防疫，这个是世界上各国都肯定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努力。这个就是我要再提醒你的。那在这个整个系统电脑这个，包括比如说口罩预购 2.0 这个网络系统的建制，它背后更重要是什么？治安的问题啊。是，没有错。所以治安就是我们在努力，跟我们跟其他跨部会共同在努力这个问题。比如说口罩实名制，这个就是卫福部的系统。那我们 NCC 20C 这个是相关，就是说在确保包我们整个政府的相关的治安网络里面来讲，不会受到攻击而瘫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做的工作。所以那这一次防疫的期间，你们参与多或少？我们就参与刚才所讲的，包括第一个就是电信，包括电子围篱或是电子监控的这个系统。第二个就是所以电子围篱系统你没有参与到？当然后台这个地方是我们监督这个电信事业去处理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媒体的征用，包括各种防疫措施，在广播、在电视各方面。这个我知道。是。那我现在讲的，那你电子围篱你们有处理协助，那还有广播电台频道的征用来作为防疫的一个广播宣传说明影片等等。那这个其实我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们网络的经营，那这些都是跟民众在现在这个疫情这个越来越严峻的一个当下里面， NCC 可以如何去告诉国人说在这一次的防疫的这个所有的措施，甚至在我们通讯科技网络科技上面的专业上面，我们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包委员，因为基本上来讲呢，行政院有一个所谓联防系统，还有 CDC， 也就是我们疫情中心，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民众在使用网络去查相关的讯息，都会在行政院。没有，主委，我现在是在跟你讲说，那你 NCC 怎么去妥善运用你们的幕僚嘛？是。那既然你们的幕僚单位有提供相关的技术、相关的专业，甚至参与其中，那来通报或者是协助其他单位，我们政府是一体的嘛？是。那这些资源共享，形成我们台湾让国际上大家肯定的一个科技防疫的一个标杆国家。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NCC 的重要的角色，就应该在你的社群媒平台上面，你去让国人进一步的认识 NCC。是。第二个，进一步的去相信 NCC 的专业能力。第三个，进一步的去知道说，原来 NCC 跟民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啊。是不是？网页里面就有防疫专区的相关资讯了。可是做得很烂差啦哈。那而且呢，我还在进一步建议，既然你们有所谓的调查，刚刚也有其他委员谈到，虽然邱委员是讲到说你们台湾网络调查的这个样本数太少哦，但是呢，进一步要检讨，未来要更增加它的样本数，但是我还是就你们现有的一个大数据，我就觉得你们的这个调查出来的东西要转换成政府可以共享的资源啦，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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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而且我觉得进一步可以在社群媒体上面可以去告诉大家，我们每年调查这些大数据可以作为什么样，是可以让人民分享的。是，谢谢，谢谢，我们会检讨改进，谢谢。好，谢谢何新存委员，休息十分钟。
信任你的监理能力，其实NCC有很多这些一块，我们力不可胜的地方。
跟他讲了几个意见，那个东西就是可以让所有人进一步认识什么叫 NCC 的，哦，那 NCC 在做什么，那跟我生活上有什么关系，嗯，没错，嗯，对，现在我一直在讲母鸡，他讲母鸡之外呢，哈哈哈哈哈，对呀，了解了解，防疫期间第一次我们要这些介绍，防疫期间是让你的角色，那个职人是很重要的角色，你哪里够，你们做很多啊，也让参与的这些专业人员觉得很有成就感。谢谢他点到为止啊！谢谢在公众的安心啊！我刚刚跟他讲，有个人怕他在购买，在利用这个系统在购买口罩的时候，进来关注一个特效，他们然后真的会被害怕或被怎样很坏事啊！那你就跟他讲说，那我就点到为止的安心啊！而且只有台湾这么多人，对不对？当然了。我知道了，各部会其实会有意见，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都是。我的意思是接地气，接地气，好，对对对，怎么样接地气？我一听就几个小时可以跑去下班了，硬邦邦啊！呼吁媒体要自律，一般老百姓想要去管理，你知道媒体要不要自律？大家都要，对，谢谢谢谢谢谢。
我刚确认了哈。你说几个片段？好，下面请陈树月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陈主委。好，请陈主委，谢谢。哎，委员好。主委好。今天委员会针对台湾电信技术中心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预算进行审查。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两个单位，其中这个台湾电信技术中心的业务之一哈，包括这个网络安全哈，还有网络安全相关认证技术及网络危机处理等相关机制的研究及咨询嘛哈。那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话其中有包括这个网络安全技术中心技术服务业务，还有这个 IP 的位置管理业务哈，这些业务都跟网络安全哈，就是这个资讯安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嘛哈。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资讯安全哈，资安就是国安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是在就是最近几年哈，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面对的这个资安的威胁哈，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停止哈。尤其去年哈六月发生这个公务人员的各资外泄的问题哈，这个50几万笔的这个我们公务人员的各资哈被公布在国外的网站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也包括之前我们的这个陈其迈副院长也说过，他目前每个月平均要面对3亿次的这个骇客的扫描，对3000万次的攻击哈。那这些攻击主要都是来自这个中国了哈。所以我们面对这么这样子这个资安的威胁哈，真的我们在这个 NCC 真的是责任重大了哈，要怎样去把我们的这个资安做好。好，真的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接着我们也要实施的这个数位身份证，是，因为也是有这个资安的疑虑，所以也让很多民众哈，真的是真的是心里面会很担忧了哈。所以这个未来也是我们 NCC 要怎样去让我们的民众哈，人民能够对这个资安哈的疑虑哈能够消除，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哈。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就是网络资讯中心有统计哈，就是说在107年度，我们就是这个资安事件通报哈，遭到这个恶意攻击的，我们台湾也排在第3嘛哈。所以我们真的在整个世界各国来说起来，我们也是面对这个资讯攻击非常一个骇客威胁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对象哈。是。所以未来我们要怎么去提升这个 TWCERT 的？它的一个功能，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先回复一下？好，谢谢。那要刚刚委员所报告所提，刚刚委员所提问的这关于 TW Cert 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这个本来就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这个机制哈。这个就是我们有 TW NIC 来负责就刚才陈委员刚才所提的这个资料里面说，台湾大概是第三大哈这个网络攻击的国家哈。对。除了日本呢、美国以外来讲。那其实很多的这些网军或是骇客攻击，很多是来自于对岸中国，或者是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家。那所以台湾基本上来讲的话，每一年所承担的这些网络的攻击是非常的非常的多，也因此我们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资安的能量，还有储备专业人才。这个就是刚才很多委员在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人数会增加，然后预算会增加，因为现在资安人才是供不应求，可以这么说。那很多大学资工系或资安相关学系毕业的学生一毕业就马上被请走，
那尤其在我们政府部门里面来讲的话，如果有治安专长的人，很容易也被企业挖角。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这个 TW Search 这个部分来讲，我请那个 TW Nick 的董事长来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 TW Search 的整个运作的状况。好，那简单报告一下吧。好，谢谢委员。TW Nick 黄胜雄报告啊，谢谢委员刚刚的提问哦。其实 TW Search 西西哈担任这个治安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台湾现在的治安的骇进行为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在 TW Search 这个地方最主要功能是治国内外治安情资的分享以及治安的协助的功能。那我们一样会持续的扩大这部分的服务能量啊。那我们另外一个身份是网络点 TW 的注册管理啊，那这个部分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解析量呢，事实上总共全年的解析量是1兆7000亿次，正常的解析只有5500亿次哦，那其他都是不当异常的解析哦，那我们也会关注这个情形哦，把这些情资适当的回馈到 TW 社息息啊，那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是，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5G 哈，也已经标售出去了嘛哈，那。未来就是对这个 5G 的一个建制，那我们电信技术中心哈也提出了就是这个几项对于资讯安全的一些建议啊哈，有总共有5项。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未来我们 NCC 会怎么去要求这个业者好做到这个资讯安全的一个部分？包委员，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5G 的这个电信业者哈的所谓事业计划书还有治安维护计划书的审查过程。那这个事业计划书跟治安维护计划书通过以后来讲的话，他们会根据他们计划书进入后面的包括系统的建设，好和相关的审验或相关的所谓的基地台的新建，还有才开台，然后提供这个所谓相关的服务。那其实我们在 5G 试造以前就已经进行很多相关的 5G 的那个资通安全法规的准备，包括 5G 网络治安的这些参考框架，这些我想委员的 PowerPoint 里面都有。那这个详细的部分，我请 TDC 的董事长跟委员报告一下。OK， 好。好，谢谢委员。那 TDC 主要就是技术的这个研发，尤其是治安的这个产品的相关的检测哈。那这个能量目前应该是正在积极的这个准备了哈，也都没有问题哈。尤其是未来这个 5G 相关的应用跟物联网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试验场域跟这个检测的标准哈，这个团队目前也都是这个很积极的在完成。好，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刚刚主任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要求业者要提供这个一个治安的一个计划书嘛哈。那刚刚我有听到您在答询李坤泽委员的时候有提到说，目前已经有业者有送件了。对 对, 对，有几家？就是目前来讲，中华电信、远传、台科大他们都已经送了，都送了了哈。那亚太也送了4家，也送了。那通过了吗？审核通过了吗？目前正在审核当中，我们预计大概是因为。是这样，我们先有一个委员会先审查完以后再提到我们大委员会来讨论，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进度是到大概这个礼拜后，是最慢下个礼拜会提到我们大委员会来审查以后就会通过。嘿，是因为我有去看了一下哈，我们要求的这个维护计划里面我们列了17个项目嘛，是是，我们是要求业者要针对这17个项目提出这个资讯安全的一个计划书。是，好，那本席在这边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不要只是沦为纸上作业。不会，但是是变成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法定义务，然后他们是要做的。可是就是说，他们到底提出了这个计划书，跟实际上未来在运作的时候，好，是不是可以完全落实？是，好，那如果说业者只是在这一个维护计划提出这个计划的一个阶段，好，然后要依照我们这个17个项目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对他们来说会不会反而造成绑手绑脚？但是这个 5G 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提供这个快速的服务里面来讲，自然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当然是很重要，然后而且我们会透过集合的方法去督促业者去落实。我们也知道电信的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然后进步非常的快，而且很多的城市的运算也是要实际上去操作了之后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嘛哈。因为我去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数位身份证的问题。
好，就算说是在爱沙尼亚那样一个非常先进的数位国家，好，他们实施这个数位身份证，他们跟法国的厂商合作开发，好，他们也是在几年之后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治安的一个漏洞，所以他才赶快去修正这样子一个程式。好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治安的一个计划书的一个要求，会不会只是沦为纸上谈兵？好，对，实际上会遇到的一个治安的一个漏洞，好，是不是真的那个符合需要？好，那你要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天马行空的去想这些问题，好来。我想那个委员，这个不是天马行空，他们都第一个，他们这个变成未来的一个事业计划书或是治安维护计划书，都是一个法定义务，而且我们会里本来就有相关的这个所谓治安规则。就像就是说有一些法令哈，我是觉得说有一些法令对业者来说，哦，就是说希望不要是变成一个绑手绑脚的一个限制了哈，因为就像我们在金融改革的部分，我们也会有一个金融监理沙盒的一个试验，本身意思就是说，对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我们 NCC 对电信业者是一个高度监理的一个机关嘛，哈、嗯。那是不是说，在这一个资讯安全的部分，我们也是不是也是说，当然这一个资讯的一个计划书哈，我们一定要求要做哈。可是就是说，在整个实际上实际面的部分，是不是还容许他们有一个？一个空间，我们会兼顾在服务跟安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让业者一方面来讲可以快速提供消费者一个质优的服务，对对，那一方面来讲要确保的一个检讨，对，确保企业或者是消费者的安全，滚动式的检讨我们随时都在做。对对，这些资讯的安全应该就是说哪里有问题了，我们就要马上去做一个修正嘛，哈，绝对不是就是说提了就、当然就没事了，是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业者的要求不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要求了。这我们叫滚动式的检讨，而且我们透过稽核会发现问题，他们要求他们修正，这个都会有相关的这个机制跟法规存在。是好，那另外就是当然刚刚很多委员都关心过人事费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刚刚主委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电信这个资讯人才哈的一个需求哈，然后还有一个治安的一个需求。那本席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我们的获利哈，在电信技术中心方面，我们是在衰退的了哈。那在网络资讯部分获利不多哈，可是我们的人事费是一直在增高的。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应该对于一个机关的一个运作，我想也不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是，那在这部分主委有什么想法？我们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来讲的话，对于非盈利事业里面来讲的话，除非必要，否则它人事费用的部分不能占太高比例，这是当然的。是，那为什么这两个机关后来人事会增加？哈，这个基本上就是因为业务的增多，尤其是我们那种自动安全、治安的这种相关的技术审验各方面的那种业务费用增加，所以我们在必要情况之下来增加人力。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会注意到这个整个组织的永续发展的去看。是好，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机关的一个运作还有功能的发挥，我们希望就是说不要变成叠床架屋，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一个功能了。 好，谢谢，谢谢委员关心，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树月委员。说你要跟我换吗？不要。好，请。许淑华委员发言，你不跟我换？好，谢谢主席，麻烦主席邀请陈主委。好，请陈主委。喂，好。主委，现在我们全国在家户上网的比例已经超过90%了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12岁以上哈，在整个今年的这个参与，我们这个就是有在上网的，已经有达到快90%。那么55岁以上的这个使用率哈，已经大概也增加20%。可见的，这是我们整个我们国人对于整个网络的一个依赖度是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呢，相对呢，这就代表了我们台湾其实进入了数位的行动化社会哈，但是。我们很多的法规其实还没有跟进哈，你包括说像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务的活动等等的，尤其我们从这个
这次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到，亚洲各国平均使用网购 APP 的比例，哈，已经有到80%了，所以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看到行动支付使用的比例也比去年成长了6.4%，哈，所以就代表我们在网购上面的习惯都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我们的法规应该要跟进了，哈。那因为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网络上有出现了一些的假消息，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在上一个会期呢，我们数位通讯传播法并没有通过，那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法源可以去引用。那现在呢，我们只能够透过现在的条例，特别去条例去处置。那当然，条例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我们一个正规的法去处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主委啊，现在针对于这个数位通讯传播法，我们何时会再重新提出？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数位通讯传播法现在推到我们委员会里面重新内部再讨论。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在7月31号这个我们这一届委员任期届满以前，可有一个新的草案出来。这个会期。好，那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这次这个新冠肺炎的案例，其实我们现在透过这边讯息也知道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也有很多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这些的消息一直在讲，那我们看到那个苏院长他也一直不断的就强调他对于假新闻的这些处理的态度是绝不宽严的，所以我要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假新闻的处置，当然现在除了有社委法去做处理之外，基本上我们这次配合防疫，应该就是你们会提供给行政院基本应该有的，不管说在认定上面，包括说在整个在新闻的控管上面啊，在网络的一个流窜上面，你们的角色跟行政院是什么？包委员，我们基本上来讲 ，NCC 是参与行政院有一个叫做及时澄清啊，这个是一种假新闻的联防机制。由罗秉成政委在处理负责这个业务，那基本上是看这个假新闻是涉及到哪一个部会，就由哪个部会去处理。那本会的最主要的立场是说，第一个，我们会严格要求我们所监理的广播电视的业者，不要引用，不能禁止落实事实查证。所以大概就是在及时澄清这个部分嘛。及时澄清这部分。那对于网络上的假新闻的这些的认定呢？脸书上面的认定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有回到各个部会，就他各个专业他的自己的那个业务去认定。那基本上来讲，我们只是会要求这个业者我们的广播电视业者落实自律、事实查证，还有公平原则去处理这些相关问题。那我想呢，因为这个我们的政务委员张景生在19号在他自己的脸书就PO了一个说这个有这个国把他自己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截图传下来，告诉大家说有这个美国的小孩子小屁孩回来，然后晚上在家隔离白天在家隔离，然后晚上又跑出去夜店，然后就希望这些小屁孩尽量不要上夜店。后来就是被这个我们的防疫中心打脸，说这个个案其实并没有出去哈。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这个个案的认定也好哈，你们这边既然不是有在做这些的一个认定，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既然你今天身为一个我们政府的官员，你本来就应该谨言慎行啊。对很多不应该发表的就应该是要更谨慎来讲。那尤其我们政府在执法的部分也是要特别的谨慎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要跟你请教一下，我们从这次的这个调查报告看到呢，我们民众对网络的资讯安全的威胁包括说各种的诈骗啊，还有这个各资的骗取的，其实大概都有90%左右都是非常了解这个状况。可是如果我们从行政院主计公布的这个资料，网络犯罪的数据统计呢，去年还是有13000多件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都很了解这些诈骗的行为，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预防。所以在这方面，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在很多的个人的通讯的设备也好，或者是在治安的这些的防备的升级，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更多。这方面不晓得主委，我们的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基本上来讲，我们 NCC 本来就参与行政院的治安汇报那这个在对那个网际网络的犯罪事情来讲，我们会配合相关像内政部或是刑事警察局他们来讲的话，NCC 有参与这个所谓的犯罪工作小组的这种相关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采取联防的一种方法。也说我们跟主管机关是内政部尤其是警政署这边，那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会配合这边相关的去，比如说这个网络如果是的确是一个诈欺的或者是一个犯罪在使用的部分，我们会透过相关的手段去把它解析，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民众不会去轻易接触到这个相关的网页。那这个尤其这个现在网络犯罪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多是境外的，
那境外来讲，这一天的确来讲，那查处就比较更不容易的问题。对啊，就说这方面，因为我们既然大民众都知道，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这么多10000多件发生，其实还是蛮高的哈。所以不管你在宣导的部分也好，或者是提供其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我们应该可以再想一下。好，那另外呢，我想因为这次呢，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原本的线下的活动都会变成线上哈，不管说是这个远端的教学也好，或者是远端的医疗，那未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远端的办公其实就变成一个趋势哈。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现在网络的我们的设备其实能不能负担这么庞大的一个流量，好，这是我们要去帮忙做到的。所以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在NCC 已经完成了 5G 的这个贩售了嘛，哈，所以应该要更快速的来协助。我想今天很多委员都有提到哈，应该要更快速的来帮助我们各个业者来完成他们的这些的设备哈。那另外我再提醒一下。我们从106年开始呢，针对中央政府的单位，我们有做升级，把 IPv4 改为 IPv6 哈。可是呢，目前民间的这个升级的状况还是不是很理想。到去年7月，其实普及率才达到36%。那因为这两者的系统又不相通，好，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又很多的业者又是采取这种观望的态度？我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是可以鼓励产业升级的计划？我们在鼓励，而且督促电信业者哈，这个更改为说提升为 IPv6 这个部分，那详细的部分我请我们替到那个董事长哈，那黄董事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好，谢谢委员啊，替那个黄委员报告。那在 IPv6 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发非常大的力气去协调各个电业一起来提供。那我们定期也从国外派最优秀的讲，今年没办法派优秀讲者帮他们做培训，替这些电业者培训做，然后国外的电业者来台湾分享这个相关的 IPv6 的这个相关的衔接的经验。那这些对台湾的业者升级其实经验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这几年成长得非常的迅速。先报告到这里，谢谢。好，就是说这个，因为它的我们这是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比较鼓励性质的，好，那而且我们并没有更多的一些提出更好的一些的方案，然后可以让他们去做，等于是说我们并没有，就是这个就要看他们的态度愿不愿意啦。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包括现在 5G 的这个进度也好哈，你还有很多今天早上我看到委员也提到有偏乡的这些的状况，我觉得我们政府有时候应该要强制性的让我们整个的品质跟产业提升的还是可以去做的，好不好？好，谢谢主委，谢谢主席。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许淑华委员。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鉴于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中，其中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为购置可定位管理之专用手机，建置防疫服务平台、监控定位资料库与移动轨迹追踪等系统，运用智慧科技辅助居家隔离及居家检疫等作业，共编列2亿1905万6000元。该系统之建置虽未防疫需求建制，但对民众隐私权有无造成侵害之疑虑？尤其系统建制后，由哪一个单位来管理及使用？对锁定的号码进行追踪，是否需要事先申请许可？由哪一个单位许可？未来疫情结束后，该系统如何处置？目前相关资讯未能完整揭露，立法院无从监督，原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提案人委员傅昆萁，联署人委员许淑华、陈学生，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 ？NCC 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可以提书面报告。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有委员对上述的提案补签，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现在请我们副委员昆萁发言。主席，是不是请陈主委？好，请陈主委。委员好。主委，那我想我们这个交通委员会啊，提早处理这个 NCC 相关这个附属这些财团法人公司尽快来处理也是对 NCC 的支持。好，谢谢。
啊，我想在这里要跟这个主委啊来探讨一下，我们从这个以色列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在3月14号的演讲当中才知道啊，我们身为一个国会议员哦，真的是觉得很惭愧啊，还要看到外电报道才知道啊，现在直接手机在监控这些所谓电子围篱，对这些不管是居家隔离也好，这个疑似这个感染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些台湾人民呐、啊，已经开始在做这个手机的监控啊，是不是啊？这个主委啊，这个事情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能说明一下？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些人对那个纳坦雅胡总理的那段话哈、啊、是有误解的，而且如果委员可以回去看他的英文原文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台湾并没有厂商跟以色列合作在使用他们所有的相关的这些电子相关的监控系统。我们这一次呢基本上所谓电子围篱系统是由我们的中华电信自己开发出来的。我们电信业者大家共同的合作去整合5家电信业者的那个能量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防疫的监控系统。而且这个只是针对防疫的部分而已。没有做其他的去的用途，如果做其他用途，尤其是比如说涉及的犯罪侦查，那个是通过马法的问题。本席在问的意思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手机去监控这一些有新冠肺炎疑虑或是在管控中的这些民众，有没有做过中华电信有没有做过跟我们政府有没有做过手机监控电子围篱有没有做过？我们用防疫手机本来就是有作为所谓的它的定位的那个监控。民众知不知道？民众知道，因为我们防疫手机给他就是那个就是有跟他告知，但他不能那个离开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嘛。他特定的位置，现在进化来讲，不是只有防疫手机，现在是你有私人手机，政府有交手机给他们，还是直接在他手机上定位？第一阶段是政府交手机给他们，第二阶段是政府在监控的时候会告知他们，有必须待在一定的那个区位。不是，本席是意思说，第一阶段是政府交手机给他们，对，现在是政府交手机给他们，还是以他们本身的手机来监控？这个是现在是双轨并行，双轨并行，有防疫的手机，也有所谓个人自由的。那有没有民众被监控？他不晓得有没有？基本上没有。这一本上来讲的话，他要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都有事先告知，都有政府本来就有告知的义务。而且政府告知是不是只说监控？因为他要定位在一个地方，要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没有关系，主委是好。本席要问清楚，就是第一个，这是不是假新闻？那听起来它并不是假新闻，是哪一个？那个委员是指哪一个？刚刚这个纳坦雅胡讲这段话，我纳坦雅胡现在听起来不像是假新闻，确实有这样子。好，告知后的监控嘛，哈，没有告知后的监控，就对民众有告知嘛，对不对？对，有告知，对不对？對，就对民众告知以后的监控嘛，对不对？ 对， 對， 對、好，那本席是认为，如果告知后的监控，这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是，好，那。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应该让国人知道是没有关系的，是基于防疫的要求。对，好，防疫的要求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会造成任何的不必要的猜疑或者是恐慌。是，好，我们的政府有必须让普罗大众的人民有知的权利。是，好，本席从上次一再跟主委探讨，就是人民有知的权利。好，而且有对真假的一个判断。是，那现在对于这个这个我们的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哈、哦、是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啊、哦、本席大概看了一下，不管是网络资讯中心或者是这个我们现在两大公司系统啊，今天出席的包括这个电信技术中心啊，几乎董事长可能请专业人士，其他董监事的部分还是都是请政府各部门的人员来支援嘛，哈。不是，包括那个委员，我们产官学都有，基本上是产官学三方面都有。我浏览了一下名单，大部分都是政府相关的这些部会嘛，哈。对，本席并不反对这样子，好，就是术业有专攻没有问题，是好，但是我对于这个预算的这个执行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好，是，竟然是啊，这个我们在骇客攻击啊，
这个正式的这个治安事件的通报啊，啊，这个还是根据 NCC 送到这个院里面的立法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现在日本是遭受到攻击啊，在去年一整年12,300多件，对，啊，然后再过来美国是18,000件，对，台湾是7,600件，大概世界排第三名哈，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表示我们骇客攻击的非常的严重，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本席上一次就已经，跟主委交换意见，是，我们认为啊，这个资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真假新闻的判断，还有包括网络骇客的攻击，还有包括这个这个网络的诈骗等等，是，好。既然 NCC 已经成立了，我想我们应该是要来全面来对这个方面做防治，是，好，所以是不是啊，这个主委能够啊，你现在是代理还是真除了代理？好，其实我觉得代理啊，本席觉得代理反而你更好发挥哈，因为没有什么压力嘛哈，可做可不做吧，我相信您主委是有存有这样一个心理啊，反正贡献服务嘛，是啊，能做我们就尽量做嘛，是是，那现在还没有真除，我觉得压力比较小哈，你应该可以有更大的挥洒空间。本席是不是建议啊？NCC 应该要强化它的功能，有很多该做的是为人民、为这个国家的安全，是，以及这个新闻啊、假新闻啊，啊，台湾现在到底实则新闻里面大概有大概80-90%是假的哈。我们要怎么去让民众了解哈？啊，真假还有知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啊，在这个资讯。网络资讯中心啊，它这个对于强化台湾这个电脑网络危险处理啊，这个相关的预算呢、啊，2018年度3100万呐、啊，啊，决算数是3000万，2019年度编2500万，是不是这个单位现在比较这方面的管理是不是比较不重要，还是说已经都掌控住没有问题啊？日益重要啊，只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委托的计划的减少，所以他基本上预算数会委托计划为什么会减少？这个部分我请董事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好 ，TW Nick， 哎，啊，委员你好啊 ，TW Nick 黄胜雄报告。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工作其实越来越重要啊。那预算的部分纯粹是针对整体的这个资通安全计划、国家资通安全旗舰计划的整体的预算的调整来一并来调整，所以是配合这个预算来做调整的。谢谢。董事长你太客气了哈，我想这个我们本单位该做的事情，该要多少预算的资源，好，审查的单位叫立法院，好，你必须提出你的需求，如果行政院给你的预算书不足的话，你要到立法院来说明清楚，好，谢谢，而不是逐年在缩小，表示我们现在骇客攻击是不是比较少了，还是网络诈骗比较少了，还是资讯网络资讯安全现在做得更透彻了，好，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应该要扩大它的规模，好，而且达成率要高，而且让民众确实有感受到我们的国家现在资讯的安全是越来越可靠，同时呢假新闻被正视，而且能够尽速的让民众了解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好，我觉得政府该做的事情不要全部委由民间、哦、民间的 NGO， 现在 NGO 披了几件外衣我们也看不出来它真正的颜色在哪里，看不出来，好，所以呢那公信力也不足，好，所以呢我觉得政府该做的事就要肩负起责任，好不好？谢谢委员的说明，谢谢。所以那个陈主委啊，要加油哈、哦。好，谢谢。现在还没有争取以前要赶快再加把劲，好吧？谢谢谢谢。好，谢谢。好，陈雪生委员。谢谢主席，是不是请陈主委？啊，请陈主委。喂，好。哎，主委好哈。主委代理职务多久了？哎，大概4个月了。我去年5月31号开始的。4个月了哈。10个月。4个月，你代理主委到现在还没去过离岛吧？哈。那个马祖我去过了，这是代理主委以前，马祖我去过了。去过，我说代理主委以后。代理主委以后还没有，还没有哈。有空到离岛转一转，好不好？是。
关心一下偏乡嘛，离岛哈。哎，我们副总统当选人赖前院长清德哈，他在院会的时候曾经也关心到宽频网路这个部件，还有数位应用能量，他认为就是台湾竞争力拓展的一个关键。当然是。那么因此呢，也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继续推动偏远地区电信基础的网络建设。是。那么以缩短城乡的数位落差，好，提升偏乡跟全国民众生活的品质，促进我们数位经济创新的发展。我们马祖啊，马祖地区在全国可以说全区啊，丘陵地带有九成啊，有九成呢。那么行动通讯常常因为地形的因素，造成了通讯信号啊遭阻绝中断哈、哦。那么行动通讯的品质比台湾可以说比较起来有显著的一个落差。五家电信业者除了中华电信啊，大概比较积极的投入之外，那么其余的业者应该都很非常消极的应对了。他们主要也是认为说马祖地区哈、哦、这个目前还没有很大的需要哈、哦。那么本席自担任立委以来，我就很不断的呼吁，请多电信业者啊，能够完善的马祖地区通讯网的建制了哈、哦，还有提高马祖行动通讯跟海上通讯的品质。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中华电信哈、哦，那么有提高之外，有提高这个积极的应对之外啊，其他的业者好像都不管哈、哦，所以。都是以什么马祖行动通讯食量不多为理由了哈，那么没有去完善通讯的网络，有违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 NCC 作为一个电信的一个主管机关呢、啊，对离岛偏乡行动通讯的品质提升呢、啊，我想你们应该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嘛哈。那么五家电信业者目前都是民营公司，当然看起来很像你们管不到。但是你们可以依法制约嘛？是，哦，你们可以顺势辅导嘛？是，顺势辅导哈、哦。对，尤其政府目前你收的业者可以说世界第三高的一个标金啊，哈、哦。在未来5G 啊，共购共占行动通讯平台要建制上呢，你应该有责任协助这个电信业者进驻在马祖地区，当然不止马祖，金门、澎湖也一样，哈、哦，偏乡也一样，哈、哦，来进行。那么，请我们马祖的乡亲呢，在这个通讯品质上，可以跟不止说跟国际先进的国家可以比较，最起码我们也可以追上我们台湾的各县市嘛，是不是？是。那本席想请问陈主委哈，你除了中华电信之外，其他的电信业者在马祖地区行动通讯涵盖率大概怎么样？那么 NCC 又将如何去督促电信业提升马祖地区现有的通讯品质？还有在未来 5G 行动通讯开台以前，在土地非常狭小的马祖啊，如何要求五家电信业者加速进行共购、共占这行动通讯平台的建制？好不好？请主委回答。基本上来讲，跟委员报告哈，关于这个涵盖率的部分，现在三大的部分大概涵盖率是98%左右，那两小就是台湾之星跟亚太的77%，所以这两小的确这个提供的品质呢，通讯品质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那不过，缩短城乡的差距哈、哦，落实偏乡建设，这本来就是我们 NCC 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在 5G 的未来标签的使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缩短偏乡数位落差。我们大概框了将近有30亿的这个的预算了哈。不过跟委员报告一下，以马祖现在4乡5岛来讲，那个 4G 基地台大概就已经有205个。那未来呢，如果是 5G 的建设里面来讲的话，它的需求可是要至少要10G 的3倍，所以那个将来基地台的数目会非常的多。那未来可能要拜托委员哈，我们当然也会加强宣导，因为我们怕那个，若以总人数这样换算比例来讲，马祖的基地台比例是相当的高，
好，那将来如果说我们怕说很多在新建过程里面乡亲有所误解，会引起抗争，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会努力协调业者去处理，那也将来可能拜托委员去帮忙。我是担心你们台湾这边各县市做得非常好啊，因为早上很多委员提到偏乡离岛了，是是，我希望主委在这个部分呢、啊、加强的重视，是是、哦、当然我们非常重视各主管业务，你了解以后啊，是有机会也到离岛去关心一下，好不好？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离岛地区宽频网路哈、哦、频宽的问题。那么最近新型冠状的这个病毒肺炎嘛哈、哦、疫情啊，到目前为止扩散很像未见减缓的趋势了哈、哦。那么各县市政府机关学校因为因疫情的需要，大概都有不同的应变计划。是。那么居家学习啦，居家工作啦，那么可以说是其中一项紧急的应变计划之一了哈。那么居家学习跟居家工作，首要就是面对离岛地区宽频这个网络啊需求有大量的增加嘛哈。那么以欧洲为例，那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恶化以后呢，各国相继的封城，学校停课。使大批的学生呢改为线上在学习，是，家长也在家里面上班，网络用量瞬间暴增，显示欧盟啊这个市井啊这个频宽的不足了哈。本席想请教一下主委哈，目前马祖地区宽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况，还有台湾到马祖间宽频骨干网络宽频为何哈？那么居家学习及居家工作时候的宽频是不是够用？哈、哦、，NCC 如何来应应这个问题？鲍委员，现在马祖到台湾台马之间的海缆有两个哈、哦，第二海缆跟第三海缆加起来总共有300 Gbps， 所以这个量是非常的大。所以台湾跟澎湖台湾跟马祖之间的这种透过海缆的这种通讯品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在远距教学的部分呢？我们刚才报告跟委员报告，如果是三大电信业者都涵盖率到90%几，如果从行动来讲的话，应该频宽是足够的。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那个终端设备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些家长或者这个小朋友的他的3C 设备是不是有够于足以哈、比如说他的速度有够快这样子。那即使在我们有。在乡里面有做 gigabit， 或者是在村里有那个100Mbps以上来讲，频宽绝对够用。那只最重要的是终端的设备有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部分而已。这个部分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想马祖虽然现在号称有3条海缆哈、哦，对，其实第一条因为使用年限已经过久了，对，没错。那么第二条一直在坏嘛哈、哦，时好时坏，那么等于主力是第三条。是。第三条如果再中断的话怎么办？所以我要求就是说第四条海缆了、啊。是。要积极的督促哈、哦，要把它部件，啊、哦，第四条海缆是，所以是啊，请讲你。我们还有微波备援，就是说除了海缆以外，万一海缆断了，我们还有微波备援，会保证这个通讯是不中断的。是这个我知道了哈、哦，其实我们马祖地区不止疫情的需要啊、哦，我们那个远距医疗啦，对，甚至昨天我跟我们地方法院院长在闲聊的时候聊到。我们很多的乡亲因为要应讯回去嘛，哈，是是是，有雾啊，天气天后的影响嘛，哈，是是，甚至他的廖院长都建议说以后，都可以做远距的一个这个询问了，哈，对，哈，甚至在这个地检署啊、法院啊，很多方面都可以充分的利用了，哈，用视讯啊、视频啊等等的，哈，我拜托 NCC 在这个部分。给我们加强努力，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努力。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支持。好，谢谢主席。好，我们下一位，请许志杰委员发言，谢谢。哦，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那个陈主委。好，请陈主委，谢谢。委员好。哦，主委好哈，我请教一下哈，刚才
陈雪山委员问到的就是这个基地台的事。那基地台的事呢，主委又请他说，到时候有民众有意见的时候，帮忙去克服这个民众对基地台的疑虑。啊，那 NCC 现在基地台这么多的民众有疑虑，到底 NCC 现在是怎么处理？我们当然不断的做那个基地台的安全宣导了哈。那当然我们个人认为了，基本上来讲，对基地台的这个安全疑虑，从科学数据上来讲是没有，可是有不安或者不满意的人还是很多。所以说，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对基地台的恐惧或对基地台不安的是蛮比例蛮高的。现在基地台有一些坐在大楼的顶楼，是有一些呢，甚至还不是在顶楼，就躲在大楼的里面的小房间里面，个人的住屋。所以像这种问题，事实上就是因为民众有疑虑，才需要这样闪闪躲躲啊。那比如说基地台它发射出来的辐射量大概是多少，然后跟手机你接的时候，或者是你一般拿手机的时候，它那个量的比较是多少？我们基本上呢，如果依照我们行政院环保署还有国际非游离辐射防护委员会来讲的话，基地台的量并不大，就基地台手机的辐射值并不大，因为它功率基本上是比较小的。但是因为它有发射的功能，所以大家一般来讲就会觉得很可怕。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所有用很多家电，其实它都有那个所谓的非游离辐射的这种东西存在。这个部分我请我们的那个业管来跟你。这个我知道。我是要提醒主委说，其实要怎么宣传呢、啊？是，因为你看所有的宣传都说安啦、放心啦、没影响啦。这个官方一定是固定这样子嘛。那你讲100遍、1000遍、10000遍都没有人相信，好，那你要怎么样让人民去相信你们所做的这些宣导？我是建议啦，就是你把他那个数据比较列表啦。好，谢谢。就是你手机的辐射量，你现在是用西佛还是贝克算？来，问一下。我们是叫做电磁波功率密度啊，那它的。功率密度简称是什么？一西弗还是？没有，我们西弗是那个电力公司他们在量的，跟那个。所以你们称的单位是什么？我们是叫做那个 mini 瓦 cm 平方。你们称的是 mini 瓦 cm 平方？对对对。啊、哦，这个是跟国际 ICNIRP 的那个使用的那个单位是一样的。OK。那你这个其实我是这样建议的，你就是把基地台。几公尺，它大概会有个范围嘛？是。那它这个迷你瓦西恩平方是大概多少？那你比较手机是多少？是。比较你刚才所提的家电用品，微波炉可能更高。嗯哼。你用数据把它显现出来。好。因为你没有这个比较，因为我这每一次看政府单位的宣导都是说啊，大家都安心，那都没影响啊，都不会致癌。嗯。哎呀，你就讲这么多了，你看台湾还是不接受啊？是为什么？就大家就是会害怕嘛。是，所以那个恐慌其实要用科学去处理嘛，而不是用嘴巴用宣导，好、哦、简单的只是用宣导去处理，这个可能不够，所以你要拿出更多的科学的比较，是、哦、才会让人民相信，就是说啊，这个比较出来啊，它发出来的啊，比如说啊，微波炉，你的迷你瓦。cm 平方啊，比如说微波炉发出来可能是你基地台的10倍或100倍，你就把它写出来。是，好、哦，那你做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数字的比较。好，好，这样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不然哈、哦，坦白讲，基地台在我们地方也都是很大的困扰。是，啊、哦，那甚至很多基地台的厂商也非常的困扰，然后躲躲闪闪的，那让人觉得说。你到底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做坏事？你让大家通讯方便，这是做好事。你让大家致癌，这是做坏事。所以逼得他们就是闪闪躲躲的，啊，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要走的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方向。是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说，你们要怎么样去克服？我们会根据有人的指导来继续努力改进。这个问题，哎，对，好啊，所以
你说要请委员到时候帮你们去克服基地台问题，那怎么克服啊？委员一出面就是被骂啦。你要叫陈雪生去让人家骂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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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我们去让人家骂吗？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了解，了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政府是有担当的政府，当然是有科学数据比较让人家信任的政府。是是是，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是，好、哦，你袂使等到代志拢叫民意代表行第一线，都叫没事。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真的是这个是我所讲的是务实的状况。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是。所以你一直都还没有处理台湾的社会对基地台恐惧感的问题，啊，不管你宣导几次，我们现在就看效果嘛。是，现在的确在实质上、实务上的效果就是不好，人民就是恐惧，是，就这么简单。是是，要如何去处理？我写你要釜底抽薪，啊，而不是说这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边马祖有草，请陈雪生去；凤山有草，请我去。哪里有草就请了立委去，那你就给给立委给红咩呢？是，我来检，好不好？检讨，是是是，多谢。哦，这个部分应该是釜底抽薪的问题，要从科学去解决。好，啊、哦，嗯 ，OK。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那个主委，你知道那个 OTT 哈，那个欧盟哈，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 OTT 的内容要有一定比例的欧盟本土产制的内容，是，对不对？对。那台湾有没有？基本上这个他们欧盟是要求30%，但是因为哈，我们目前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方法，我们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要求 OTT 业者，基本上来讲的话，呈现一定比例的，或者跟本土的产业合作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去，但是我们不会定一个像欧盟这么高比例的方法，因为。比例，啊、哦，因为状况你们再去思考。对，我们会。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OTT 的产业，啊、哦，第一个就是它内容产业，是不是有扶植本土产业内容？有，这是重点之一。哦、嘿，啊、哦，这个部分你要有规定，本土产业才会发展嘛。是是。那么本土产业弄去外国抢了了，当然当然。啊，人欧盟都会保护他们欧盟的产业。是。为什么台湾？不保护台湾的产业呢？我们会经我们在规范里面来讲，对本土本国内容的呈现，这个也是我们的。OK， 这个是第一个。台湾，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定出来。有有有，这个没有。那你们定的标准跟欧盟差多少？我们可能不是用比例的规定，而是说希望它每一年哈、哦，比如说希望它跟台湾的本土，或是有一定的时数或什么样的呈现方法。因为即使如果要定本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以本国目前的产量，恐怕也没有办法像欧盟这么高的产量。没关系，是你做一个比较给我好不好？好好，我们就是欧盟他们这个定，或者是全世界各国，是那我们台湾目前在欧盟保护的本土产业的诚意到底是多少？好，我们会用哦，你从表格用从数据来比较，我们就看得出来你们做的够不够？好，谢谢啊。那另外就是说 OTT 要怎么？那管，我希望说 NCC 可以思考一下。是 ，NCC 管的是电视产业。嗯。啊，那 OTT 所做的广告收入，咱怎么能收无嘛？对。啊，起码有线电视跟 MOD， 啊，这两个咱台湾最大的有线电视的电视系统了、啊、哈。是。公告一直在减少。没错。那 NCC 的立场经常是说，我就管这边，那边我不管。那你要怎么样去思考台湾未来整个影视产业的传播，要一起思考，不能说你只思考有线电视，哎 ，MOD 你也不知道管了多少 ，OTT 你好像很难去管，啊，你规个台湾的影视产业，它就会受到限制的发展。我们会全面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刚才委员所提点的，就包括所谓的本国产业，包括税的问题，包括其他比如说消费者权益，还有市场，是在目前我们的整个草案里面，其实这些点都有考虑在里面。你们草案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草案我们目前还在讨论当中哈，我预多久？预计了哈，就是说我们本届的任期到7月31号以前嘛，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日期前把整个完整的草案提出来。因为我们这草案提出
在讨论过程里面，我们还要去举办专家咨询，还有所谓利害关系人这个咨询各方面，才会提高一个完整的草案。我先在这边做个要求跟拜托了，是，就说你把你现在要做的，啊，找个最专业的，啊，到我办公室来，我了解一下。好，OK。那你先整理出你们现在要的东西，是，因为我想知道你们现在到底你们的草案的方向跟内容是怎么定。是。那也许我们可以有一点微薄的建议。是。那可以加入这个参考里面。好。因为这个产业我一直都非常的关心，我一直觉得 NCC。力有未逮，是，要怎么样把 NCC 发挥到最高的效率，来帮助国内这一部分的发展跟保护，这两个部分应该是 NCC 都要把它纳入你的职责之内。当然，所以这个草案我是希望一个月之内或者是两个礼拜，你们可不可以请一个专业的人来给我指导一下。基本上如果只是要讲方向，基本方向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草案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还在讨论当中。对，我要先知道你们要做什么。那如果基本方向来讲，我们会派人跟委员报告。好 ，OK， 好，谢谢。希望说这个是 NCC 的重要的职责，你们要把它守住。好，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许志杰委员。主委，刚才徐志杰委员在基地台建制上啊发言花了很多的时间哦，这个是个问题啊。我们国军部队在马祖的很多废弹的爆毁哈，他们都有敦亲睦邻的回馈机制。我们彼岸的大陆啊，马祖对面的黄旗哈，他们那边大概太阳能的发电啊，大概有500支以上哦。但是它太阳能呢，对人体的危害，他们对黄旗啊，一年也有2-3亿人民币的补助哦，补助乡镇这个的建设哈、哦，所以我觉得你们 NCC 对有关基地台的建立啊、建制哈、哦，将来是敦亲睦邻啊，或是什么回馈机制啊，或是它架设应该在空中多少公尺、多少多高，对人体没有伤害。刚才徐委员讲得非常好。我们手机对身体的危害，微波炉对身体的危害，基地台对身体的危害，不要民众你要讲了，又得了这个得了什么癌症，那个肿瘤恶性肿瘤，全部都怪到这里面来，好、哦，还有发电机啊什么的哈、哦，发电机的机房啊，他说也有危害，电信的那个机房，对人体也有危害，全部都怪到那里面去了，哦，我觉得你们这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因为他刚才讲的是非常贴切的。民众的事务了哈，我们当然，我们身为民意代表会帮政府啊，会去协助，但是我们真的会被骂，好吧？好，谢谢诸位哈。我们下面请钟嘉宾委员发言。啊，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那有请陈主委。还有我们两位吴董事长跟黄董事长。好，吴董事长、黄董事长，谢谢。啊，主委好。嗨，啊，两位董事长好哈。我看你们今天的简报当中啊，有提到电信技术中心，它是传播通讯传播政策的智库，也是技术的智库，对不对？对。好，那您在后面呢说到呢，这两个中心啊，它是负责我们电信政策的研究，也是网际网络资源的治理。那要来完善我们基础网络环境的准备，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两位董事长也同意了哈。是。好，谢谢。那这样子哈，我来请教一下，今天我的题目呢是要问5G 天价的绝标金怎么样运用了哈、嗯？我们看一看。其实呢，从3G 的频谱的释出哈，绝标到4G 到5G， 我们看到了从不到500亿到1000块200亿，到现在1400亿超过。诸位，您提到说政府要的是5G 产业的创新发展，不是要一个超高的标金，对不对？没错。而且你说为了要投资在未来产业发展或者各种公共服务建设的偏乡，具体来讲，您认为这个绝标金你要怎么运用？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这个绝标金会到那个进入国库嘛？那基本上是由行政院的跨部会协调。目前的三大主轴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5G 基础的公共建设，第二个就是缩短偏乡数位落差。第三个就是推广数位公益的服务，就跟我刚才讲的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所以我帮你找出来了。其实呢，这个不是你讲，这是科技部啊，在2015年他们的专案报告，那时候我在教文委员会，我还没去了哈。那这里面大概就是说，民众能够安心的使用4G服务，确保资通安全及民众权益的保障，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来看哈，来下一张。
那请问一下，这个也是我看科技部的，它在2015年到2017年，你们的决标金它在用了哈，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那您觉得，他说在2102年完成的4G宽频试造部分的频谱标金收入呢？他用了这么多哦，大概70亿、45亿、35亿。那这个在2017年已经在好两年前了，3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对，请问他做了哪些事情？这个是这150亿有这么多、哦，这个基本上是科技部的，对科技部的嘛哈、哦，那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只负责做招标，这个钱由行政院来决定。我们科技部还有一个，我们请那个我们的处长跟委员报告一下，来那个标准的处理。跟委员报告，那150亿是4G时代的大部分是在经济部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从我们里面的1000块1200里面拿出来用的，是不是？是。好，来往下看来。其实呢，刚刚很多委员，我们陈雪生、招委跟我们徐志杰委员都在问这个问题。好，过去架设4G的时候有抗争，按、啊、你们怎么处理？像这样未装成水塔的基地台，你们协助用这个标金来做哪些事情？来，我们请那个我们北区处的处长来。其实我都问过了啦，哈，参观来，我们往下看哈，下一张，你们是不是协助推动共购共占行动通讯平台？没有错，花了多少钱在上面？这个钱是谁花的？大概总共有6点多亿哈，6点多亿，科发基金啊，一直到现在，好，前瞻，所以你们跟业者收了快1200亿，然后回来帮业者盖了这个通讯平台啦，这是补助的，不是？这是补助嘛，对吧？也是补助他嘛，哈，这是业者本来就该做的啦。另外呢，你们也去协调呢公务机关的土地建物的架设基地台，这个协助民众了解，这个都是该做的。这个花了多少钱？你们拿了快1200亿的决标金，然后呢，科技部拿了150亿来运用，花在这个里面有17.5亿，分别帮业者去建立公共平台，也帮公务机关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对，我觉得哈，这部分的投入啊太少了。我们来看看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哈，来。电信法第20条，他说你们要做电信普及服务，对，而且呢，电信普及服务的范围、服务的地区由交通部订定啊。NCC 对交通部订定的这些普及地区有没有意见？那么现在组织法改造、改革以后，这个是我们来订定。以后由你们订定，那太好了。来，我们电信普及服务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是，我们 NCC 成立以后，电信普及服务就是我们的业务了。是，没有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深绿的部分是都市，浅绿的部分是不山不市啊，这不是山区，也不是市区。白色的部分是偏乡跟不经济地区。什么叫不经济地区？就是它的避免哈、哦，可避免成本大于弃置营收的商业业者不会去做。所以呢，我们公部门要来做，对不对？对，我们好，那透过电信普及。那目前你认为我们既有的偏乡的电信普及的服务，这些经费，这些做了，你们手上有将近这次有将近1400亿哈、哦，那你们打算怎么做？我们往下看。那要做什么？报告委员，基本上来讲的话，哈，那个缩短数位偏向落差有包括几个哈，包括基地台的补助新建大概框，我们目前的哈，目前那个草案大概框了30亿啊，30亿1400。那个基本上来讲，比如说偏乡的医疗、学校、政府机关等公共的用途，我们大概编了9亿。好，很好，因为你不用一个念哈，我今天给你三个建议啦哈。其实呢，我们要往下个世代看，我请了两位董事长来，尤其是有台科大的教授。也有过去在业界非常了解的，我给您这三个建议，这个叫 RTK 无人机监测站，它是个即时动态的显示，它能够实际通过测站呢，在指定坐标上三维定位，然后达到厘米级的精度。目前民航局它没有办法自动定位无人机，因为无人机上面不必然光载射频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如果说未来应用型、商业应用型的无人机都能够安装射频系统的话，只要全台湾只要50座这个 RTK 的监测站。就根本不需要飞手啊来申报它的飞行，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太清楚。现在的飞手哈、哦，它的报离报道啊，都要用人工的方式上网去登载啊。是这个民航局用管制波音747的方式来管制这些无人机，尤其是农用的无人机，这个是非常弱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建设非常符合你们刚刚说的未来应该做的公共建设，是因为无人机、农业无人机都是在偏乡飞行。往下看。好，偏乡医疗，陈雪生委员、赵委也提到偏乡医疗。偏乡医疗，它其实呢，我要说一下哈，我们三地离岛跟偏远地区可以做通讯诊疗，但是它的覆盖率、它的可靠性，你总不能医生诊疗到一半软路断讯吧？对，当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做的孤岛，
因为交通而形成孤岛的部落或社区啊，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道路建设，因为你说物资匮乏，其实它只要存粮够就可以。它怕的是什么？它怕的是通讯如果中断，会耽误到及时的救援，尤其是医疗，甚至你的药品会透过无人机来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根本不需要开发超过日常承载量的道路建设。这对部落跟山区道路有时候是过度的，道路是伤害。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普及这样的一个网路建制，让这样的网路普及以及可靠性提高呢，它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往下看，无司机公车。好，我们现在交通部在推动自驾车的示范计划。2018年，我们的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主管机关在经济部。大家有没有想过，无司机公车会先行驶在哪里？会先行驶在市区，还是行驶在偏乡？诸位，你认为呢？会行驶在市区。应该先行驶在偏乡啦。为什么？因为偏乡的驾驶啊，司机员他占的载运人的费用偏高啦。是，我是说公共运输啦。我知道，你了解吗？是。也就是说，今天我在乡下一辆车啊，一个司机可能只载一天只载个位数的乘客。我在都市里一个司机可以载的乘客很多，而且呢，你就危害的风险管制来讲，我们在偏乡先试验先推动，它的成功性跟它的需求性比较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再下来的5G 是不是未来自驾车的运用？两位董事长，5G 对我们自驾车的普及，黄董事长、黄教授、彭教授，您觉得有没有帮助？董事长，黄董事长。哦，不是黄董事长，是吴董事长，对不起，吴董事长，对不起，台科大的吴董事长。这个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是，所以说，来，您就要跟你们是负责政策的智库嘛，对不对？技术的智库嘛，陈主委，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论哈。其实我希望说，我们拿到了超过1400亿的绝标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基础建设。NCC 未来既然你们纳入到你们主管了，你们决定什么是偏远，什么样的服务地区，这些地区的硬体跟建制，你们要用力，而且眼光要放远。5G 是为了下一个世代，无人机、自驾车、远端通讯、医疗都会用得到，它必须维持稳定、及时的状态。那这些投资不是只是解决基地台的问题而已，基地台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民众观念渐开了之后，慢慢的、慢慢的，大家人手都有手机的时候，大家要思考。下个阶段5G 的时代，我们的通讯要提供怎样服务？绝对不是只有通讯服务了，是这样。当然，这个就是应用服务。刚才委员所提的，这个都是在5G 基础上的相关的。好，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就这样的应用服务呢？在三个月，我用不急，给我一个有关于这些产业应用上你们打算怎么作为的报告，这个相因为这个应用服务我跨到各个部会，是我们会如果有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在行政院平台里面会提出来。那请如果这样的话哈，我们这个可能要收集相关部会的这个观念，比如说刚才智慧公车很多是涉及到交通部或地方政府，比如无人机或者是偏向来讲，有些是我们的，有些可能是原民会的。那如果是应用服务来讲，只要我们提委员的，如果只是要提出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当然没问题。那我可不必须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有些应用服务是在各个部会，我了解，他会来分配你们的1422亿啦，没错，所以我希望你们1420亿好好的运用了。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主委，谢谢，谢谢赵委。好，谢谢钟嘉宾委员，下面请蔡逸瑜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我们陈主委？陈主委，委员好。哎，主委好哈。那主委，我想今年大概是很重要，因为大概就是5G 要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度。那不过在今年也遇到了这个武汉肺炎，所以当然会有某些层次上是会有冲击的。当然，那以目前齁，那大概韩国齁，他们已经有展现他们的野心齁，他们说要建置1.5万座的 5G 的基地台。是，那美国是预计要在他们国内也要建了3.5万座的基地台。是，那相对欧洲国家事实上都在部署。那主委，那我们现在国内部署的进度是怎样？我们现在基本上呢 ，5G 试造完，现在是各家电信业者来送他的事业计划书，还有治安维护计划书。所以目前来讲，它大概 Q3 会正式开始开台来提供服务。Q3 就可以开始了。大概七八月以后就可以开始了。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所以因为像武汉肺炎的关系哈，有些设备是否可以他们如期交货，这个电信业者他们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不过目前如果应该
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依照电信业者的讯息来讲，是应该是七月以后就可以开台服务了。嗯，所以诸位，那你目前就你的掌握，它的整个进度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现在状况，如果是只是机台设备来讲的话，目前应该还好，但是比较可能会出现是我们的消费者终端设备，比如说手机。嗯，手机的制作很多是在中国制作的。那到5G 的手机将来来讲的话，比如说像那个 Apple 的手机会不会如期好、哦、发表，或者是说其他的那个手机来讲，这个部分反而会比较有一些问题。所以主任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末端，然后你对于基地台基地台目前来讲的话，电信设备上来讲是认为应该是可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没问题的，对了哈。我们看下一页，基本上。我整理这个相关的报道，大概就是中华电信、远传跟台哥大大概都有他们的目标的一个哦基地台的一个设置。那当然在设置基地台的时候，我请教主委，5G 的基地台会跟4G 的基地台有怎样的差距吗？现在5G 基地台是用 NSA 的技术，就是会跟架设在4G 的基地台架设在一起，而且很多网络上来讲的话 ，5G 会跟 4G 有一定的连结哈。那不过密度上来讲，因为技术特性的关系，5G 的基地台恐怕会到比 4G 还多3倍以上，所以有些可能是跟 4G 在一起，有些可能要单独去设立的问题。所以有很多 5G 就会跟 4G 的会既有的是架设在一起。在一起，对。但是因为它数量会比较比 4G 的还多，需要更大的密度。对对对。会那它所要占的一个空间跟大小呢？它的空间大小，如果单是5G 的话，单是5G 来讲的话，他们现在看它的使用了，因为有些 small cell 是很小的，就比如说跟我们那个音箱差不多大小，那有些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看它到时候它布线的各个地理空间环境的需求，它布线的基地台大小会不一样。哎，不过将来小型基地台的比例会非常的高，小型基地台就像我们黑色的那种差不多那种音箱的差不多大小而已。那这种小型基地台在它的那个发射的一个距离够吗？如果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像这种音箱这种大小的比较短嘛，对啊，所以它就是密度就会比较高，需要比较多的基地台。它跟4G比较起来，它发射的那个因为物理特性的关系，好，还有那个频率高低的问题，所以它的发射的波，所以我还是可以讲，我还是可以说，那如果以在比较人口密集比较低的地方，你增加收窄，基本上基地台还是一样是要比较大台的啦。就是基本上是一样，是大家都户外的通常是比较大台啦，对，那有些小型基地台可能是设计在室内的。将来的5G的环境里面来讲，基地台不一定只有在户外，包括室内的，比如说你说大型的演唱会，或是大型那种，比如说表演中心，或者是像车站或其他，它可能是很多基地台是设在室内，而不是在户外的。所以会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对对对。好，那我最后一个再请教主委，就是这个5G 哈，那我们。目前在66条当时候的一个招标的一个规范，然后还有我们有是希望它5年内对这个电磁波涵盖的一个营业区人口数是50%。那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以台湾六都的人口就高达1638万，对，就差不多台湾人口数的70%啦，吼，70%几家。那这个5G如果他们未来他们整个设置的都在于说好50%，那我就在六都这边广设基地台，那会不会最后的结果就是反而5G 的这个产业扩大或者是加速了台湾的城乡差距？这个就是我们所预防的，就是说刚才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在现在三大主轴里面，第一个是加速基地台建设。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基地台建设他们都只是在都会地区，反而影响那个加大那个城乡的落差，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主轴就是缩短城乡的偏落差。所以基本上来讲，偏乡的部分我们会用补助或相关的政策工具，让业者也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加以那你们实际上要做法呢？实际上的做法要怎么补助法？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比如说像那个基地台新建的补助款项，还有包括比如说频率使用费的降低，哦，还有什么其他的奖励措施等等，就是说，因为偏乡有很多地方需要远距医疗，或是远距教学，甚至地方创新，都有需要到5G 的服务。这个部分我们会用其他政策工具鼓励它加速新建。好，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赶快提出具体的，是如何强化偏乡的这一个5G 产业的一个布局，当然，好不好？好，谢谢主委，谢谢委员。好，谢谢蔡益瑜委员。下面请杨琼英委员发言。杨琼英不在。
马文君委员发言，马文君不在。郑天才委员发言，郑天才不在。郑立文委员发言，郑立文不在。廖国栋委员发言，廖国栋不在。吕玉玲委员发言，吕玉玲不在。林德福委员发言，林德福不在。叶玉兰委员发言，叶玉兰不在。李德伟委员发言，李德伟不在。刘卓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请陈主委？谢谢。好，请陈主委，谢谢。喂，好啊，诸位好哈，诸位，我们在今年的第三季啊，我们预估，然后我们的5G就会开始来使用嘛哈，就是开台开始使用。那本席在这里要来请教主委，就是我们现在5G的基地台，它可能分两种，第一个它可以跟现在的4G 的基地台共用哈，当然设备它另外再用设备，另外因为它另外因为它要普及性的问题或他技术的考虑，所以他要再另外增设基地台嘛，而且那个数量会比现在可能多到两倍左右哈，到三倍啊，三倍左右哈。那本席在这里请教，就是说，那我们 NCC 这一个主管机关哈，在你印象中啊，设立基地台到底是大家就对民众来讲，他是欢迎的比较多哈，还是说其实常常听到很多的不欢迎或抗争等等的这样的新闻，有没有？以那个委员的选区台东为例的哈，这样多辆车站那个案例就是这样，就是说有些人民呢，他认为这个地方不应该设基地台，可是有些又认为应该设基地台。简单的讲啦，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通讯很重要啦，但是设基地台说实在欢迎的大概不多啦，我们应该简单讲好。那我们现在5G 的它技术特性，现在的4G 就面对这么多困难哈，那 NCC 注意基于主管机关有没有政策上如何去克服这件事情啊？不然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啊，你说要现在的三倍嘛，就现在的基地台它有些5G 跟4G 共用之外，为了要来达到5G 的它使用它的功能性哦，就是说我们提升第五代的系统，它的就是它如果你基地台不配合，坦白讲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功能嘛，哦，功能上会打折。但是基地台我们设立又常常面对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基于主管机关，我们如何从政策上去协助客服，或者是来处理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有几个面向做法。第一个，我们希望鼓励公有建物或是公有土地来讲的话，首先能够尽量提供出来，这是国家政府这边可以做。第二个是希望我们用科学的数据或是比较的方式，就是像刚才所提的，来去做这个基地台的这个相关的宣导。其实在我们目前的这种所谓的数位时代里面来讲，除了基地台以外，很多的产品，三 C 产品、家电产品，很多都有相关的。不，在理论上知道，这我们常常每日常生活都有很多电磁波啦，对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这个也不是纯然科学的问题，也不是数据的问题，是感受的问题啦。这人民，所以有人去重视站在民众端或者消费者端来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本席赞成的时候，您刚讲就是说，公有土地或公有建筑物，或者是公家机关，其实它在这方面它的土地的取得等等，或者是它的适龄的状况会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哦，这部分要来先来做克服了哈。另外我觉得 NCC 也应该要去要求业者，比如说在设立基地台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沟通，或者是在我们刚刚你有提过嘛，我们现在基地台它5G 的特性，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用大型的基地台，哦，它有些可能是像我们这个一个喇叭音箱等等这样的大小，小型的一个基地台。那我们应该要来从政策上也要来要求业者，哦，从设立基地台，哦，它的无论它的构造物，哦，或者是它的大小等等，好，应该要来充分沟通，而且配合当地的状况。还要帮它的外观，对对，就外观啦，就是说，如果外观上有时候不要那么突兀，红垮的，给钢筋给点塌底下，那对民众来讲，生活上当然是会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指点，好，就保护，而且我们会督促那业者去改善。好，就是请主委要好好来执行了。另外，刚刚我们今天的咨询，主委你可以发现，其实有分两个区块哈，第一个区块如果是六度的委员，他当然关心整个除了技术啊，非六度委员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台的要求，他在
要达到50%的普及率嘛，哈，几个月一定的时间内要达到50%的普及率，哈，五年要50%。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我们只有纯粹从量来考虑，那几乎业者只要在人口集中的，特别是六都的地方、北部的地方，他做好之后，坦白那个普及率就超过50%。好，那如果因为这样偏非六都的地区，甚至更偏远的地区，包括我们陈昭伟的离岛地区，他这部分如果从政策上我们没有去做限制的话，那投资者就是这些厂商，他当然往人口集中的地方先去做了。好，到东华田的工吼，你们从用透过补助的方法等等，会去来要求业者哦，不能只有集中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做建设，偏远地区或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也要做。但黑是一个大的方向嘛，哈。那我们实际的做法，我认为你就是要一个政策之外两个嘛。第一个，你要求他，你奖励他，你鼓励他；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在达到你要求奖励，好，然后道德劝说也好等等。他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或者是落后的时候，你要有另外一个行政手段嘛？我们姑且不要讲说这叫处罚了，在另外一个行政手段，你们叫有约束力。包委员，我们依照电信法和电信管理法，电信普及服务本来就是业者的义务。没有，那我们为达到这个义务，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用鼓励或是用辅导的方法，比较少用到强制的方法。当然，诸位。我们当然相信这业者他也愿意担起这种社会责任啦，是是。那我要讲就是说，你这个手段要当然是当着最后的手段嘛，不是我也提过，不是动不动你就说要处罚业者，要你要是是要这样强制的手段，但是那个当成是你最后的方法。没错，如果说比如讲我们要在两年内要达到一定什么样比例，但是如果真的离这个距离目标很远，或者是没有达到啊，你总是要一个最后的手段，他才有强制力啊。啊，不然你就讲说，这个是你们的社会责任，你应该要配合更新电信服务法，你要怎么去做等等，那个是比较属于社会责任跟道德层面嘛。好，那个是法定义务。法定义务，但是我讲的就是法定义务之外，他如果没有达成，你一定要一个行政手段，他才会强，他才有约束力嘛。啊，这个强制手段可能你们，我一直要求 NCC 你要思考有规范出这样的最后的手段的方法啦。是，这城乡比我们会特别注意，而且这个基本上它的义务如果没达成的话，当然我们会有。那义务当然，阿里执照的话容易啊。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相关，因为业者希望我们补助不是只有在偏乡，还包括在都会地区的相关建设，加速这个部分嘛。这个加速的机制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跟偏乡的建设会挂钩在一起。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你们把这样你们规划的最后的，我不是说你们动不动就要拿出来用了，我也相信业者他我们大家政府跟业者充分的沟通，大家共起担负起这样的社会区域机能发展的一个社会责任，但是总是行政机关要有先预先设想好，当然计划好，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或者有些业者的故意的怠惰的时候，我们行政机关也不能做事这样的情况一再的延续嘛，好，阿行，请你规划姐，好，我们跟本席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是是是，好不好？我们就有规划，好规划，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这样子，好一起来朝向我们区域机能发展的这样目标进行，好吧？谢谢，好，谢谢刘正豪委员发言。下一位，请陈玉珍委员发言。陈玉珍不在。邱志伟委员发言。邱志伟不在。陈明文委员发言。陈明文不在。孔文吉委员发言。孔文吉不在。李桂明委员发言。李桂明不在。廖婉奴委员发言。廖婉奴不在。庄敬诚委员发言。庄敬诚不在。周春米委员发言。不在。赖慧媛委员不在。刘四方委员发言不在。登记执行委员均已经发言完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的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另择期继续审查。委员于执行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尽速以书面答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财团法人预算委员提案。
于本次会议结束当天截止收件，休息星期三继续开会。好，谢谢大家。